我找不到福谦丢给我的。福谦有丢吗？我没看到。哦，有能力的图片，不过几率要怎么设比较好？资料，不是，惨了，不知道怎么设几率，有人知道吗？那谁刚不是有贴吗？还是那个不是？这没有写设定几率，哦，没有说几率哦，没有写的话，我是随便设哦。好，真假的，超多嘞、欸。哎、欸，你坏人设就是那个啊 ，Diner 和 Super。Diner？ 哪里？就是他橘色那三个，你把它设各两，我不知道那怎么设哎、欸，但是只要出现那三个，那个什么。白色的那个网站啊，那个白色你就不要设。白色的不要设定，只要设定橘色就好了。对，就是让橘色有机会出现，白色不要出现。那我就平均。好。这样的话是1234567%。你中立的先把那个小故障给关掉，开小丑就好。中立的，开 Jester 就好。开 Jester 就好。50%？然后其他的呢？十。然后。哎、欸，不对，他好人角色多没？哎、欸，你也……那我先打荒野乱斗，你们好的跟我说。Child 没有 Child 哎、欸，关掉。Seer Medic， 然后 Jerry Servers， 那你把比较复杂的先不要开、啊，我们先开简单的、啊。嗯。你把 Seer 然后就全部10%这样，全部10%。嗯，不对啊，饼干，你明天不用上班吗？明天不是端午节吗？哦，我排休的，看门人。哦 ，Meyer 可以制造新的地洞。嗯，隐鬼可以隐形中。你有说新黑金啊，饼干？没有啊，没说、啊。饼，我也没有说。过年的可以用到用一整年干嘛？真的，过年就撑一整年，我都抽合作而已。好，就这样吧。然后我们现在人几个？5个。五个开一场测试，哎、欸，怎么就两个人？嗯，你刚重开、啊、号码多啊？什么？房间号码？你贴在那个主播的聊天室。主播聊天室在哪呀、啊？阿妈下接进来 ，NGYGJF。Child 不要把技能拔起。Child 是什么？有啊，左边看得到几率啊。哦，看得到哈。嗯，那我就这样设。主播聊天室在哪里啊？我们的频道上面。屁孩若被击杀或被绑住，则全员绝书。
哎、欸，听起来很有趣。我真的不会用 Discord 哎、欸，干。Discord 后被放逐的话也太难啊！不好意思，干嘛？哪一个？知道，知道，知道。什么？这个我建议啊，中立至少要出现两个人。那预设你看一下，你要不要改一下？我看一下。不是你刚说你贴给我几率，我没看到你贴哪里。那个 Discord 我是私聊你。哎、欸、哎、欸，怎么又那个了？又 disconnect 了。私聊你，你那个里面有写几率吗？没有，但是他可以跟你讲，就是你所有需要改的设定的中文会是什么？嗯嗯嗯。嗯嗯，中立在，他说中立不是不要小故障，欸，我觉得要欸，我这样看起来没有，小丑要 100% 出现，然后剩下一个名额最好是让小故障跟等一下，中立他可以，你可以决定要出现几个人哦，可以，那就是一个就好了。没有中立最好二，因为小丑这样跳出来没有人理他，那一样没有用。通常中立会放到二。中这里，不是你中立放到。你中立放二不就代表一定会有一个小故障，然后一个小丑？对啊，对啊，对啊。不然你就是开，你就是只让一个人，就是五十五十啊，有可能是小故障或小丑啊。那就开一个五十五十吧，因为我看别人玩也是玩的。没有。为什么找不到小故障？我看别人是一那个小丑是百分之百出现，然后不一定会有第二个，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小故障会是 50%。 我找不到游戏房间耶、欸、重开了。现在是 MRSRJF 好哦，那、啊、我先吹一下头发哈。 The glitch啊，五个人，我们出发一场啊，看一下这样设定是不是对的。好、oh.，cool。他这边竟然是半破坏王。啊。好嘞。啊。然后。你要死人的吧？你右下角按那个 kill。嗯，毛在吹头发，听不太清楚你们说什么。就你右下角不是有一个 key 哦，按下去。还真有。哎、欸，饼干、啊。这个游戏有几只狼 啊？我听到奇怪的呼喊，完了，饼干，你是不是要去了？怕，真怕。为什么会有这个啊？我职业才有、欸、我是一般的、欸、crewmate、欸、我也是一般的 emergency 什么 meeting left 是什么东西啊，那个紧急按钮是干嘛的？这是紧急会议啦，我一个、oh. who's the imposter？ 你这个是不是要十个人试才准啊？好像是哦，因为你的几率加起来，干只有 10% 而已，然后我们五个人啊，万一运气不好，妈全部都是一般人，是不是？哎、欸，我坏，为什么是我？嗯，我七，而且还过半了、啊，我七票算过半吗？看，关我屁事啊！我靠，那怎样？他就死了吗？他死了。对啊。我的 fuck。啊，没有人是杀手，是不是？
我是啊，那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当 emergency 哦。你看，我投对了。我是，但是我不能破坏、欸，这是现在我不知道什么职业。你要离开？哎、欸，你的角色是谁？我可以放大蒜。哦，白色，我靠这个太近了、啊，抱歉。对啊，你离桌子太近吧？离桌子太近不能杀人。对啊，没有就是坏人要搞破坏的时候的那个按键会跟你，然后中小物件互动的是同一个。有看到这块肉？然后繁星是什么？你右边有个喇叭按下去，你看到尸体就可以按。Report。对。然后就可以说你刚刚看到地上有尸体还是什么？刚看到繁星，到繁星。好，我是好人，我还教他怎么玩。哎、欸，他、啊、怎么又断线了？哎、欸，为什么？又断线？给你们开好了，我开好像怪怪的。没有开过房。是为什么会断啊？要换伺服器吗？你说换别的区域吗？对啊。现在换别的伺服器啊、哦、North America？ 好啊。试试看。开了。好。KWPONF。哇，这个设定也太……你那个设定的几率是进游戏之后设定的？在这里设定。哦，好，我看到繁星贴了。嗯，哎、欸，我进到谁的了 ？Do not find the game you are looking for. K W P O N F。我进到别人的房哎、欸！哇，这个几率竟然可以进到别人。KWPOMM 哦 ，KWPONF NM 好不好 ？NF NF， 那种没错哎，不行啊，还是我全部调五十吧 ？KWPONF 啦 ，P O， 贴烂好了。KW， 我刚刚上网查了一下，就是这个 error 会发生在伺服器负载过高的情况下，所以切换到另外一区应该有机会改善。好，嗯，有了，我们去 America 了。可是虽然他们这时候是大白天，不行啊，还是进不去呢。你要换那个伺服器啊，我换到北美伺服器了，你要在一开始的界面换北美伺服器。在右下角那边有个地球，可以换到 North America。右下角有个地球，你说是地球？你要退回，你要退回一开始的那个画面。你说游戏一开始的画面吗？让我重开。喂喂喂，有吗？啊，没有，右下角这是什么钱呢、啊？钱，嗯，是还是有 online？ 是 online 吗？哦 ，online， 哦，有 online 地球，哦，好 ，KWPONF， Mr. Six， 打嘞，谁？这是观众吗？因为我刚刚真的是跑到别人的房间去，你现在开台了是不是？对啊，有啊，哎、欸，哎、欸，那不见了。嗯，哦，有了，哦 ，OK， try， 哎，左边的那个就是职业啊，嗯，就是食人场的时候你要。没有鬼啊！我们赢了，太强了吧？没有啦，你 play a game 吗？没有，有你那个鬼，其中一个，你要挑两个100%啦，你这样射，万一刚好就全部都是50、30、20都没中，就不会有鬼，这把就直接结束啊。那不是那是不是什么 janitor？
要100。你把 Miner 和 Super 啊。哦、Miner 是矿工，可以挖洞，但是那个比较难玩一点，可以选择先不要。然后哪一个不要？那个、有一个是百变怪，第二个是百变怪，你可以把百变怪开成100%。哪一个？第二个，对对对。然后你把第一个归零，第一个归零。然后我记得没，哎，是哪一？好像是最后一个可以藏尸体，最后一个也开100%。倒数第二个关成0%，对，然后小丑可以调成100%，然后小故障50%就好，然后剩下的就是看要玩什么职业，基本上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告密者100%，黄色那个 snitch 倒数第二个，嗯，第二个改100%，然后。Seer 是预言家，预言家看你要不要玩。Snitch 也100%，就是倒数第二个。欸，我要玩那个交换者 Swapper 100%。哦，好，交换者绿色那个 Swapper 100%。然后再关掉了啊 ？Spy 关掉了 ，Spy 归零。嗯 ，Ultra 是什么？好像是奉献主义者吧？哦，那个就是有人死，你可以原地抓啊。那个归零，那个偏难用。哦，哎、欸，那个有哎、欸，那个有人贴几率了，虽然不知道是哪裡。对啊，有人贴在闲聊、嗯，你可以照抄。要吗？等一下 ，engineer 是什么？我怎么没看过？不是，一局能抢修一次，可以跳地洞。啊，工程师是吗？对啊，那个好玩吗？我没看过。那个就是，那就是可以钻地洞的好人呢、啊。然后钻地洞好人。对，哦、然后事件出现的话，他可以秒救一次。哦，行哦，这个也行。嗯。自耳零趴呀？为什么？哎、欸，蔡渣，我跟你讲一下全部的那个好人的能力。第一个是市长，他投票的时候票数会多算一，如果平。他有文件啊，你不用跟他讲。哦，有网址，我有。哎、欸，你把那个 engineer 移去 seer 好了。engineer 移去 seer。他预言家开80%，你要开80%是不是？没有，但是那个闲聊有人贴了一个设定，不知道是那个谁的。啊，所以我想说，先照他这样写吗？也不是不行啊，但会有低几率，就是一群普通人。全部。哎，可是他这样坏人的设定就会开出两个我们不想要出现的东西。那我们坏人就改成好的，这样。下面全部都是零。OK。坏人要两个180是不是？不然的话只有可能只会出。坏人60跟80，他会出现一般的鬼还是不会？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话，对啊，我不知道啊，会吗？嗯，一个90，一个100，算了，都100。对啊，都100吧。你的窗上面可以看到，就是你可以调整鬼的人数吗？现在吗？对啊，我们 star 了。他创游戏的时候可以选鬼的数量啊。嗯？哎、欸，不对啊，找人啊，找人，大家知道，找一下。嗯？我有问，可是没有回。繁星，靠你了，靠你了。靠我。我会看看隔壁啊。哎。卡住，我画面卡住了。我也刚出现的。我也卡住了。我也卡。这是真的吗？会不会是因为没有到十人，他几率跑有冲突，他就开不起来？有可能，不知道。好，隔壁的应该都是下播累了。耶、yeah? 嗯，那卡住怎么办？
卡住，直接关掉，重开啊，直接重开。嗯，我直接关掉，我会重开。退 game 啊？嗯，重开吧。进来。Young North America。哦。好，重开了，然后设定竟然要重设。对啊。What？ 没错。再一次哦。把那个谁啊？你要把那个房号贴在那个吗？主播那边。哎，你帮我贴一下，我再帮你。那 engineer 啊，第二八了，还有，哦，八，六。对，我们好像是说这两个八十啊。OK， 先这样试试。哦，然后房是 KF ETCF 有吗？不去，哎，进去来了。嗯，好，哦，然后狸猫好像快好了。哎、欸，你在玩啥？哎、欸，但模组手机不能用、欸、啊？什么？手机不行好？对啊，手机不行。你有电脑吗？不是，没有，我电脑在家。哇，你用你不会用 Mac 装 Windows 啊？哎、欸，我在外面就可以开能力嘞、欸。啊？你现在你这时候就可以杀人了、啊？你怎样？名字是红色的、欸。啊？我现在名字是红色的啊。啊？你杀看，你杀看。而且我的职业还是你设零趴的，你杀看哎，那、欸、哎、欸、我挖一下你们 看不看得到啊？好啊，大家应该都看不到自己的颜色吧？看不到哦，难怪我以为是 bug。对啊，它模组差在哪？这是能力，模组可以多什么预言家啊、警长啊，哦，就是神职就对了。对对对对，好吧，我试试看，我 Mac 有 Windows 试试看。Nice 哦，不确定跑不动。你要先有 Steam， 然后也装游戏，应该是可以啊。Windows 可以省，只是我不知道大不大，因为我只给它二十 G 的容量，很小很小很小。这个游戏不到五百吧？真的？嗯。可是我 Steam 好像没买，我等下看一下。100块，台币100块、啊，买这么好玩的游戏，快买！我直接送啊。没关系啊，我等下确定再买，那100块而已。竟然直接点，先点。我想要出去玩哦。这个应该很行。嗯，在。我还没洗澡哎、欸。狸猫说他不知道怎么进游戏室。他是用手机版吗？手机版正用应该可以进来吧？有啦，他有了，他来了，来了，来了。又啊！你模组装好了吗？就你回家了。嗨嗨，狸猫。他貌似没有麦克风。哎、欸，电脑版吗？还是手机？不
不知道，他没讲话。周建，我聊，没关系，大家都很没麦克风，你就可以嘴他，没办法回你。不好吧？都留下证据的。这游戏不能当报名哦。可以啊，可以啊，你就当无双啊，见一个杀一个、啊。感觉不错哎、欸。干是不是要很久啊？还是我先打一次龙？等他讲话，你用好了。那我们让我们开始再测试一场，看这个设定会不会有问题。哎呦，那、啊、这样你不会又要重那个吗？设定不会又要重跑吗？是，他是每一场都要重新设定。赢了，赢了。为什么？没有啦，我就在想，鬼怎么可能设80%？这是什么奇怪设法？应该他是以十人设法的、啊。看那个闲聊，那有可能是因为他是十人的吧？没有没有，你看，你看十人嘛，十人。假设我们好死不死两个都踩到 0.2% 的那个几率的话，20% 的几率的话，那、啊、不就没鬼了吗？那我们就设一个100，就是一定有一个100的这样子。一次鬼会很痛苦。那进游戏的时候，你有设鬼的人数吗？还是这个模组下不会有？现在的鬼是一个人吧？你要两个人、啊？你要？哎、欸，我不确定是，我不确定是那个进游戏的时候设定的影响，还是这个几率设定的影响？对啊，这个几率。再试一次，我把其中一个调100了。那个 Morphling， 哎、欸，悠悠关。喂，来。我发现结算后都没看到你耶。其中一个已经100了，但还是会。看一下哦。Poster roll。那改成2呢？再试一次。哈哈哈哈哈哈！有问题。连赢三场，过瘾。好爽，没输过哎、欸。来，你们这局结束，在我的家。哎，结束了！哎、欸，你会装吗？你先用 Steam 装这个游戏。Steam 啊，好，我看一下。海洛昨天不是有玩？他用手机，我用手机版的。哦，我把两个调100%，我就不信这样还出。来来来，九十。哦，九十。哎，你们先进来。他们应该。他们可以了吗？等下，有了。然后。喂喂喂。哎，有了哎、欸，嗨，嗨。那模组要装在哪里啊？装在那个资料夹，你按 Steam， 然后 Among Us 右键，然后浏览本机档案，然后直接丢进去这里面就可以了。好、哦。嗯。你要先开过一次游戏哦。装完 Among Us， 先开过一次游戏，然后关掉游戏，然后把浏览本机档案，然后把那些装进去。海洛，你载了没？对不起，你可以再说一次吗？我有一点没听清楚。没事，你要更新。你 Steam 打开，对，然后 Among Us 先打开一次游戏。我打开，然后我在一个 Host Public 跟 Private。好好，然后好，可以关掉了。然后右键那个 Steam， 在收藏库里面右键那个 Among Us， 然后管理浏览本机档案，有吗？声音怎么粘在一起了？有吗？这样你有开启那个 Among Us 吗？的资料夹吗？资料夹吗？那等一下哦，你说我在 Steam 这里按右键，我管理，我看到了。对对对对，浏览本机档案，然后把刚刚载的那个模组，解压缩的里面的档案丢进去。哎呀，按错了。
好了，都打开吗？对，然后再从 Steam 打开游戏。有吗？第一次开要等一下。为什么会有没有办法？没猜到。哎，我在想他那个几率，你看凶手两个人，那假设两个各一百，他应该就是抽各一个。然后你中立假设设一个人，然后你就挑两个。中立有没有？中立他没有写，等等，中立的设定在哪？我其实没看到设定中立人数的那个项。是哦。那也就是说，假设以八个人来说的话，我可以去洗澡吗？打击率减半。我可以去洗澡吗？哦，要很久吗？我进来不去洗澡，你找不着我一起洗澡。有五分钟。他居然没洗澡，他刚下班。刚下班。再试一次。好，再试一次。我卡在那个画面，他写停，就是我按开始，他都没进去。嗯，卡住了是不是？卡住啊，那你再等他一下。如果他那个停止的东西不见的话，哎，有秀卡住了，画面黑了。对啊，對，我说我们卡住了、欸。给他广告，你给他停 view 好了啦，要不要比较快？有我进去了，真假的？上面有出现绿色的 2.0.4 吗？有啊，那有成功，那就成功了。哦，不是梁文这边的，只是我们全部都是那个，我们重开吧。房间号码，等我们一下，我们游戏要重开，我们游戏又那个了。我们输了，为什么？我看到我们输了，然后没有半个人生活。我关掉，你们就赢了。对，你们就输了。哎、欸，没有，因为我直接跳掉了，他可能人数就少算。我刚刚也是直接跳掉。哦，我也。然后，狸猫，你按那个 online。等一下，狸猫，你先按左边那个 account。有吗？嗯，不是点 online 吗？然后改你的名字。哦哦。Change name。哎、欸、啊，我那个你们说什么红包要另外去抓嘛？那要在哪里抓？在闲聊，闲聊里面我贴那个载点。好，我再贴一次这样子。嗯，哎，对，不是这个，删除。哦，模组哦，我看到那个了。好，对，有贴新房间吗？还没。哦，好好，我先开心，因为现在连怎么开始游戏都不知道。哦，开了。等一下，房间是 BSUKCF。我再把几率调一下哦。没有，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嗯，是，干他拒绝我的名字哎，一个人啊，你打了什么不能打的？一定要十个人吗？那就十个人都在试啊，你再调一下。帮我上网看一下金号有没有到十个人。嘿、那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调。有观众说他有玩过门吗？没有。你说那个房间是什么 ？ESUK 阿亮，你按 online 以后嘛，右下角要先选 America。应该不是十个人，因为我看官方的测试影片，他们四个人就可以测试了。嗯，我们刚刚也有一场是五个人啊，记得吗？嗯，对。那因为你要说凶手调比较低啊。不要研究。
seer， 不要 child， 不要 spy。哎，等一下，你那个上面的人数啊，你跟动的，就是其实你不为零的数目等于我们的人数好了。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样，哦、我不确定呢、啊。那你可以试试看，因为我不确定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然后那边是十四个人。就我不知道他这个语法是怎么跑的啊？如果万一他从上面跑下来啊？他跑完好人都过了的话，那当然那个下面不会有好人是正常的。我不是很清楚他这个他整个的运行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第一次用。对，我先把那个这次啊，不是啊，鬼鬼也要来吗？你帮我问他，那、啊、就问他就好了。红婆，你进来了？不是，那是我。如，我完没办法。我、现在有六个人了。有 ，short， 下面，动力。狸猫，你去按那个电脑，可以选颜色，选动力环。八。它有一个狸猫的装备，你刚好可以。下的先维持变，关麦。感谢新会员，如果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的话，可以私讯粉专哦。再给他一次机会，六个人，我够看啊。好、哦。好。怎么玩？我们先进了去再说。我们目前还没有。成功了。有。对啊，就是应该是人数的关系啦。因为他那样跑起来，可能就是有 error。要交吗？稍微还是加了。但是你刚刚说那一点也是很奇怪，就是你如果说十人局的时候，他那个设定是设了十四个。职业吗？那我就不知道。我啊，我没有任务可以解，是不是特殊？我还没剪头发。那我死了是怎样？我想要干嘛？你被砍了、哦。去哪？现在你们都去哪？有人死了。找尸体。拍桌。找尸体，找到了。我刚看到福谦在他旁边。投菜渣。对了，一定是福谦在那边等我们。投菜渣。那我可以去洗澡吗？我也要自己。菜渣心虚，我要票他。大福谦就是他。我菜渣。为什么我有一个 那个是交换者可以交换投票？什么意思？你可以换票。Who is important？ 福谦。快杀了福谦。换投。为什么？你怎么不把自己换掉？你不是交换者吗？我不知道啊。你可以把自己跟另外一个人在投票阶段的时候。最后开票的时候对掉，哇，好强哦，强哦，干死他！怎么办？饼干呐，饼干都没讲话啦。那一定不会是我，跟你有什么用啊？饼干不讲话、哦，忘了开麦了，不好意思。哦，你很乖、欸。那我死了，我到底可不可以洗澡啊？好啦，你先洗。好啦，你要洗快去啊！你还没去洗啊？丢谁？不知道、哦，我只看到。福谦吧，他刚报名呢。丢福谦。好，丢饼干。好。好，丢福谦啊。好了，丢完了。到底？完了，我看你们怎么玩。凉了，凉了。没有拍桌，一定比刀还快啊！是有人没戴耳机啊？有一点点回音。嗯，我有听到。拍桌应该是我，但是我会讲话再开。还说十二秒而已、他的 CD 快好了，然后死人了。福谦，你在这里干嘛？他把灯关了。为什么叫我来这边？
你们可以解任务吗？不行哎、欸，完全没任务可以解。我不能解。好、啊，我有任务哎、欸。为什么你有？我没办法解任务、欸。不能哎、欸，有惊叹号，但是是不是被人搞了？哎、欸、哎、欸，我现在又有惊叹号了。对啊，可是不能，我可以解了。哎，你可以哦，我可以，我东西都可以互动哦。我说要重，正常啊、我说要重灌，重装了，感觉还是有可能。对啊，我连门都不能开。哦，有可能。对啊，我删干净再重来。好。好，你敢杀我？你会跳了吗？不是凶手，我怎么杀你？你们在哪里啊？不信你什么时候要杀人？就不是我、哦。那你为什么要票我？啊，你站在鸡腿上，我不票你，我票谁？干，你也站在鸡腿上。快刀我，饼干，刀我！我不是凶手，你干嘛这样？快点！要死！就说丢饼干。好，通关。啊，饼干是什么职业？我就只有凶手，他没有跳那个那两个。没事哦。内容。嗯。所以他有可能是一般的凶手，但不会是。就不一定会出现是那个，嗯，然后有一个去洗澡，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剩四个，哎，对，然后等一下繁星，对，一个人只会有一个职业，可以翻装，太可惜了，不能用，哦，可以换造型，我要换造型。太可爱了吧。啊，刚刚除了菜渣之外，有其他人有职业吗？没有，没有东西可以按，是一般的。所以职业是 30% 他去抽。那菜渣，你要不要把那个设定调成那个原本的设定，然后看看这样跑不跑下去？说到那个80 80 80这样吗？对，我想一下。哎，2.0.4是不是就是安装好了？对对。哇。然后你按 online， 然后按右下角的。那个 America， 对，跳到亚欧美的伺服器，哦，然后再按那个 BSUKCF Private， 私人伺服器 ，BSUK 那在哪里啊？你按 online 了吗？按 online 了，然后也改好那个 North America 了，对，然后再按那个 Private， 哦。然后打 B S U， 然后打 B S U K F B S U K F C F 哦 B S U K C F K C F， 好可爱哦！那我用这个，设为太阳精灵，在哪？我现在的狗哪里来的？氪金来了。耶！那我到那个改了哦。懂啊，哦，懂懂。啊，好久没有玩，要用。为什么我没看到礼貌？玩的游戏。我在想，刚刚会宕机有没有一个可能，是因为繁星抽到了他不能用的角色？哎、欸，哦，你是小小兵哦？有可能哦。我是七半夜的神。那你把就是所有的设定调回去看看啊。对，我现在在调那个哦，好了，哎，你们说的那个方式，好了，我干净的了 ，OK， 进来，好了，我进来了，重生，啊，没错，为什么你会变色？啊，是你们不会吗？那个是我，他，我这一版本好像会有 bug， 就有一些人可以在外面，就是用一些哦杀手或中立的能力，就像我刚刚那样子，哦。就是颜色会一直变，我们在地图上面会看到它的颜色会一直变。哦，是不是那个吗？没有没有没有，
那应该是某个职业的能力的样子。哈哈，好酷、哦，好屌、哦，成功了啊！哦，通常游戏开始我们就会麦克风静音、欸，然后到投票环节才会开声音。啊，死掉就不能讲话。哦。然后中间的拍桌只可以用两次。中间的拍桌吗？要进入会议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看到实体，你右边那个 report 灯就会亮，你按下去就会进投票阶段，或是你在中间这一个地方，你按下去也是会进投票阶段。啊，中间这个只可以用两次。所以想按答案吗？就是说 report 是可以随便用的，是不是？ report 你要看到尸体才能用，如果你一直杀人，也可以自己杀自己 report。看到尸体再按。嗯。哦。那、啊、这个游戏有什么？你是好人，你按 tab 可以看到惊叹号，那个就是你可以去做任务。啊，怎么没有人来看我啊？啊那个这个游戏有制刀这个东西吗？没有。没有。欸、然后基本上在开会议之前，麦克风要静音。对，哎、欸，福天在示范怎么钻地洞、欸、来看那个。哦，他是工程师哦，没事，他不是熊。干，干，他是工程师哎、欸。哎、欸，啊？哎、欸，工程师死了。工程师死了。工程师死了。刚叠在一起的。有饼干，菜渣，票菜渣，票菜渣，哦，屁事，来自地狱的呼唤。哎、欸，我是那个预言家，我刚刚有看到福谦是工程师，繁星是好的。那繁星，你这样相信我？我相信你啊。要怎么看自己职业？我要票饼干。你这样还要票我？这样一定是票那个啊，中校中路900啊，他刚刚飞到尸体上、欸。对对对，要怎么看自己职业啊？要他一开始的时候会讲。然后翻译在闲聊里面。哇哦，还要看翻译？好好。对，因为他目前没有中文版这样子。嗯，对。啊，应该是这个吧。好深奥哦。哎，那个哎，你没有那个吗？没有哎。没事，你不要假装了，你的刀拿出来。那我屁事。我不要每个都当第一个死了、哦、分中立哦哦我全红了好远啊诶那我怎么看职业会显示出来吗他会把那个锁起来哦我的喇叭跟按钮被锁了你的职业应该会写在你的名字下面有吗哦对这样看对凯洛，你是警长啊，你可以开一个好人或是坏人。啊，你开到好人，你自己就会死。啊，你开到坏人，你可以对着，你可以对着菜渣用你的技能。那有什么职业啊？菜渣是中立的小故障啊。哦，是哦，那哦，那拍死了啊，拍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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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可以随便开杀，是不是？哎、欸，我刚刚看到菜渣杀人了。等一下，我看看在家杀人。没有，你看错了，这是繁星瞬移。可是你的刀子，拿刀。可是你的刀子，繁星瞬移，你看错了，不是我。好。我是市长哎、欸，有人可以尊重我一下吗？市长，拜托还我清白，投他市长。市长，你为什么要票我？哎、欸，蔡市长，你等下要把一些东西的 CD 改成999之类的，什么意思？耶、yeah! ，赢了！就是因为我的伙伴是蔡渣哦。这把没狼是不是？有狼有、啊、没狼啊？嗯，那你是怎么出去的？被投出去的，他一开始被票掉了。哎、欸，阿饼干，你刚刚怎么知道我是警长的？因为我是预言家。哦，原来如此。把一些 CD 改成999，以防有新手不知道有些东西只能用一次。像是预言家的话，他的 CD 就要是999，因为他基本上一局只能看一次，就只能看一个人啦、啊。我、哦、难怪一直看。对啊，繁星都吓到了，怎么每个都看完？真的啊，每个都把好人，你怎么太厉害了吧？
哦，市长可以干嘛？哎、欸，他只能调100 S 哎、欸，他只能调100 S， 那就是要跟大家说，口头规定就是因为不这样规定的话，预言家没有先死，基本上不比赛就凉了。哦，哎、欸，蔡章，你把市长关掉、啊，市长不好吗？我刚拿到都没有人跟我说要干嘛。不好玩哦。我们有其他第六间预言家，那个我贴给你。你看那个 Discord 繁星贴给你。哦，我们有七个人了。Yeah。变得很好玩哦。哦 ，CP 哦。nice。嗯嗯。然后，那我们要正式玩一次吗？哎、欸，看得到凶手数量哎、欸。哦，是正常的吗？啊？为什么你看得到？对啊，在哪里啊？因为你就是凶手，对吧？不是，他进来的时候，他就会说有多少凶手在我们之中啊，所以是正常的。哇，投饼干。嗯？是吗？所以这看得到，就是代表说凶手数量是不是？对，没有，投他就对了，我是酷妹的、啊。我什么职业都没有，投饼干就对了。在哪？我、哦，嗯，你被换票了、欸嗯，好猛哦、喔，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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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猛哦！正义必得而生长，哇，太强了！小草，小草好秀哦！好猛哦！哈哈哈！还想秀哎、欸？哎，我没有看到我的职业在里面呢、欸。那啊，嗯、你是什么职业 ？CRE 什么的，我还没看完就结束了。CREW 吧，你就是无能力者，你就是无能力者。啊、我右下角有一个什么 revive， 那个是干嘛的啊？哦，蔡少开那个职业是不是 ？Revive， 他可以复活一个人吧？利他主义者哦。Revive 的话，应该是你自己会死掉。利他主义者就是你会先倒下去，变成尸体，然后被你放能力的人会爬起来。哦，谁交换我啊？我换你的、啊。谢喽。OK 吧？好猛哦。如何三十秒内赢这游戏？没有吧？之前有一个最速的，就是他们那时候刚玩这个模组的时候，嗯，然后就直冲牌桌，然后大家把他投出去，然后他是小丑，猜中了是不是？对啦！哦，你预言家改成10%，对，好、哦，哎、欸、哎、欸，那我们正式玩一次哦，好啊。那关麦哦。嗯，好。好、哦，是一朗是不是？还是不一定？刚一朗，一朗。我都可以开。那个有发现事情？挨桌那个就是刚刚那个聊天。大家回到桌子的时候才可以开，不然基本上都要关起来，都不能讲话这样。关麦，关麦，关麦。好。干嘛的？模仿别人颜色不能举报。哦，变色哦。不能举报实体或执行任务。这个吧。我都不想刀人呢、欸，刀人想输给他们。有游戏体验，他现在讲话吗？喂，为什么死两个？你在哪换尸体的？
欸，蔡渣，我问一下，你的 CD 开多少啊？CD 我都没动啊。刀人的 CD 哦，说刀人哦，我不确定哎，不是30就是35吧？啊，好，应该没有变。你妈的，发现尸体了？是我按的吗？我按的什么？跳他跳！饼干的帽子破图了。他应该没有看过尸体吧？尸体是刚他直接变紫色一团，然后我踩在脚下那个吗？紫色的凶哦，听起来很派。我跳他，太凶了吧？好，你还有100秒可以唱首歌。哦，福谦，拜拜。没有人休养期耶，我不太知道怎么玩、啊、就是走到那个有惊叹号的地方，然后按 U、哦、有个东西叫做紧急任务。这张地图的紧急任务会有三种，第一种是氧气故障，第二种是就是发电故障。我刚刚我们先玩一般的地图好了，反应炉故障。预言家啊，可是为什么我要查人都要 CD 啊，都不能查哎、欸。我不知道蔡渣 CD 开多少啊，100秒。干，你刚中了10%的预言家，你也是很屌。不是啊，那我完全查不到人啊，因为不是要100秒之后才能查吗？那我们调回来。那你把 CD 调正常，但是预言家就是一场只能查一个人。哎、okay. 啊，如果你不要开变色，不然的话要讲你颜色很困难。嗯，那是凯洛 skin 是不是？对，那是没有那个你们看 color， 然后中间那排最底下那很像黑色的，按下去就是变色。哦，真的哎。哦，什么意思？没有，就是颜色的最下面那个可以变色。对，其中一个颜色本身就是变色。嗯。狸猫会玩的吗？不太会，但是我刚换了人。那我们再示范一场。先教他们怎么解任务好了。好啊，好，至少知道要干嘛这样。嗯。然后，你现在是不是有看到左边有 task， 那是你的任务，然后右边有地图。然后 你的右下角有 kill 吗？对，你的右下角有 kill 吗？为什么我走到一个，它一直闪红灯啊？我现在就是紧急任务，那个是紧急任务，我们要赶快去就是接紧急任务，不然就会时间到我们会死掉，就是开始缺氧了。嗯，然后。哪里有 kill 可以杀人？那你就是好人。你是不是 use？ 对啊，没有啦，每个人都有 use 啊。哦，每个人都有 use 啊。对，归靠。我想啊，那个有一个职业是 C R E 开头的，我找不到那个是什么职业。那个是一般人 ，A K A、oh. A K A 废物。那你可以讲一下有什么职业吗？贴在 Discord 里面了、啊，贴在 Line 里面，我顺便贴 Line。靠背啊！我看到有人死掉嘞！妈的，所以我看得到对不对？但是你死了就不能讲话了。哦，理论上。等一下，我死了，我看到那个是对的吧？看到什么？你对你看到的那个就是杀了你的那个人。
妈拉，有人送到你身上那个就是上一场也是个垃圾干。哈哈，不是吧？看骂垃圾的 人了，太凶了吧？我你看错人了吧？我看到是凯洛啊，啊，没有啊，上一把不是我通报的，那我你通报了凯洛，是我通报的，你为什么？可是他说他看到你杀的，那你就自刀自拍吧。不是啊，真的不是我啊。哦，然后中校这边不能讲话哦。哎、欸，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在场的蔡渣会有票？我蔡渣，凯洛，你怎么黑的、欸？哎，我不是，你们杀。然后鬼也可以继续做任务，鬼也可以做任务啊。对，你不要靠近我，你现在又这样了，要去哪里？跟着那个闪就是跟着那个箭头，有两个箭头，那是那个紧急任务。你不解紧急任务的话，我们就会在60秒内死掉。哎，这样就解掉了。我现在你按什么？好 啊，就是啊，你说什么？没事没事，我等下再看。开门。哎，然后死掉的人，那个右上角有没有那个？我看到那个波浪。哎。然后你那打开，你就可以在里面打字，就像现在这样。应该是饼干。嗯，没有、欸、看到吗？我跟着狸猫哎、欸。哦，我看到。凡心，你是大哥，你投谁我就跟着投谁。我投谁，你说谁就谁，好不好？那投我。我对。投你吗？就是、我在狸猫旁边呢、欸。投我，我杀的，我杀的。那我们打字看得到吗？打字只有死的人才看得到。嗯，打字只有死的人才看得到。所以凡心是小丑吧？那饼干在我隔壁耶、欸、对啊餅乾這邊投誰，我在我隔壁耶、欸、那投谁啊？投我啦你吧福建，你妈啦，怎么会是投我？你真的要投我就投繁星让他赢哦、喔、我投完了，你投我是不是？你投我、啊、投饼干投我干嘛？我就在你旁边你还要投我？想不到吧？想不到吧？怎么一个人一票？智商压制你们，还想要票一个人出去啊？福仙很危险啊！我很危险是不是？对，应该教他们怎么按的哦。对啊，可以啊。好啊。谁不知道在干嘛吗？刚刚来这边是要把电打开，因为我刚画面黑掉了。按哪里可以打开？现在修好了。你靠近能互动的东西，你按空白键或是右下的 use 就可以动。你这边有没有亮黄色框框的？有没有？有啊。那你就靠近它，然后按空白键也可以。然后就是开始玩小游戏。OK 吧 ？OK 吧 ？OK 吧？什么意思？这边票我好不好？这边票我 OK 吧？我要票谁？票我啊！我票完了。为什么剩两个人也可以票啊？没有啦，他中立啦，中立繁星死在下面，他是小故障啦，我这把输了啦，这把只能中立赢了啦。嗯，小故障是要杀掉场上所有人。啊，对，哦，那边还有一个鸡腿。我杀不了中立阵营的、啊，我输啊！
你为什么杀不了中立的？我警官呢、啊，我没办法枪中立啊，枪中立我会自杀哦。哦，你可以试看给他。刚好有冲突，就是这种时候就会是中立，然后中就是警官跟小故障，然后但是因为小故障的获胜条件是他要活到剩最后一个人啊，我只能砍中立那边繁星倒了，这一局就输了，没有办法。哦，因为我知道饼干是鬼啦，我知道饼干是狼，所以我走上去找他，然后要开他。没有，刚本来是那个啊，是换票的，刚忘记换票，就先投自己就不能换了。对，投完票就不能换了。对，刚刚谁是？所以狸猫是小故障。对啊。那他杀了所有人。对啊。那他假装不会玩，都自杀了。我最后开他了，但是因为他是中立，我没办法开，我自杀。哦。因为刚那边我赢不了啊，他不可能投我、啊。也是。OK， 会玩了吗？来了，正式来一场。啊，我愿意开始吧。好、嗯 ，Go Go。那我想，告密者他就是解完任务后，告密者是解到你剩最后一个任务的时候，你头上会出现告密者，然后狼人也会知道你是告密者。你解完最后一个任务的时候，回去拍桌，你可以看到狼是谁。哦，然后我就可以直接讲这样子。对，但是狼会开始追杀你，就是只要你头上出现那个的话。哦，了解了解。怎么是个烂任务啊？我看到是菜渣。开始了，十二，我不是在外面。哎，我看到是菜渣啦，我菜渣是中校杀的。好啦，菜渣拜。好啦，中校杀的，我刚刚没开麦，我慢了一步而已，你们怎么可以投我？自刀自拍太多遍了。这一招该换一招。不是我，我可以复活别人，我叫做 Altrace。哦，请相信我的英文。右下角要是有很多按钮是什么？等一下，等一下，那个职业，嗯，那个职业是利他吗？对，是，是，哦，是哎，利他主义者，你们这些王八蛋！但我猜，哭啊！哎、欸，没有结束啊！利他，一局有几个档啊？又要干嘛？怎么了？一局有几个档啊？这一个，但是还有中立阵营，所以看几个档不准。等一下，这边聊一下，聊一下。那现在是怎样有人死吗？没有，没有、啊、开桌，就是强制让大家开个会啊。哦，小故障跟纵火犯是中立这样子吗？然后纵火犯，纵火犯只要看橘色就好。我们现在白色没有开。哦，白色没开，好。那我有问题，那现在紧急会议是要投票是不是？要聊啊，聊啊，聊一下啊。因为刚那边丢错人了嘛，游戏还没结束，或者是丢对人，然后有中立嘛？可能丢到小故障出去了啊，或者是丢到鬼出去，但是小故障还在里面啊，嗯，有可能。哦、欸，所以这游戏要获胜的话，是要中立跟坏人都要除掉才能够获胜吗？人类获胜条件就是没有任何可以威胁到你生命的人还留在船上。哦，了解了解，嗯。怎么我一路往左边走啊，两场都是，我还接那个按钮任务，每次都被打断。嗯，然后我看到海洛有看到我，我就往右边走。对对 对， 对，然后我就往右边走去中控室那边。嗯，剩下两个人在玩什么任务啊？在哪边位置就好了。哪里有任务？哎，我看一下，要怎么看职业啊？啊，没写就是没有了。你的名字下面有啊，你的名字下面有啊。你应该就是狼吧？狼安安。狼刚不是跳出去吗？不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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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他感觉很诚恳诶。没有啦，他昨天有太多前科了。我操你妈！
我想要凯洛的面具、哦。不然你先把中立关掉。嗯。我先把中立关掉。对啊，玩起来好像不太好玩。他卡的吗？嗯，没有啦。中立关掉之后，狼要等输哇！你们没有留中立给狼回口气。你不然就小丑把他开100%。你想想看，之前八个人再加两狼的时候、啊，狼都被吊起来打了，昨天才赢了一把而已，还两把、啊。然后现在是八个里面有三四个有能力的人，然后加两只狼，狼怎么可能打得赢？好像也是。中立的用意就是为了要让就是狼或者是有一些没办法叫身份的人跳。不是，因为他们现在还不太会玩哦。我觉得留个小丑不错。为什么？刚有人票人哦，我票一个出去了。哦哦，你哎。我投票一票而已。这边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不投票一定要按弃票，你不按弃票的话，就会发生刚刚那个情况，就是他有没有过投票是看有没有参与投票的人的人数，然后来看他们过半。那有参与投票的意思就是说你投人或者是你按弃票，那你如果什么都不按，你没有参与投票，你的人数就不会被计算在里面。所以刚刚那个情况就是除了一个人投票之外，剩下所有人没有弃票也没有投票，所以他的投票率就是100%，他就被票出去了。世界冠军。哦、原来如此。哇、哦，还有那个凶手刚开始杀人的 CD， 你要不要设高一点？对啊，一开始好像12秒吧。那个、哦，你说高一点还是什么？高一点哦。没有，现在人很少，你不能设30啊，你设到40、50，我觉得都很合理啊。嗯，你说高一点。因为现在是六人、嗯、七人六人还是七人六人如果一狼一中立的话会死很快啊哦好啦、okay、你们赶快出来啊嗯我们在啦、啊、还少一个谁饼干哎饼干呢饼干嘞，加入中。哎、欸，你们刚，你们刚刚以为菜渣杀我，不是啊，是以我警长开他，然后我自杀。果然是啊。哦，天啊！所以警长是像骑士那样撞错就死了。对对。哇，花式自刀！你为什么要杀我？只能开狼人阵营那边，没办法开中立跟好人。只要开到中立跟好人，他就会死。你是不是想修一把？哦、对，十秒内结束游戏，这样子。我觉得你应该是了。然后警长就是也是，就是有别的人玩法是一场只开一枪啦。然后我点了那个杀我的人的尸体，我还被票出去，怎么回事？你有针是不是？还是？好啦，开始哦。好、哦，点完，怎么会换票啊？哦，还好，没有任务在那边。他想杀我。想跟他们玩，除了饼干跟斧签以外，其他都不用逻辑。哎，蔡查，我有个问题，我怎么觉得我当人的时候视野有点大、啊？那个有调什么吗？我不知道你那个你有调他的视野范围吗？应该是没变吧。嗯哦，好吧，那可能是昨天的比较小。你都这么说了，其实这张地图可以考虑把人的视野调小一点，是因为这是一张小地图。干嘛？你干嘛？杀他？杀谁？哎，福谦吗？他不是说他杀人的视野很远？没有啦，是哦、他说昨天玩的体感下来，昨天的视野应该是没有开到100%，这个应该是100%的视野啦。
啊，他小丑啊 ，skip skip， 赶快你投谁？不要投，他小丑。阿福谦，我也觉得不要投比较好了。嗯，他小丑啦。谁是小丑？哎、欸，所以小丑视野会比较大吗？不会不会不会，只有狼的视野会比较大而已。了解啊，大家拜。没有没有，我没有吧？应该是不会，不会啊，有四个人 skip。你是不是小丑啊？你是小丑啊？好了啦，我应该是没有没有玩的啦，工程师吧？为了为了游戏的进度，你看到谁蹲地了？先跳动啦，快杀他！谁？福建在我面前跳动了。这边要 skip 哦，因为刚交换者，我猜他可能是交换者啊。快杀福建！因为刚刚他换我跟他，所以他应该是交换者，他应该不是小丑，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这么明显了。我们大家是不会玩，是不是？等一下出来，我看到我不是狼的，都给我去喝两个下啊！听起来好赚，喝起来，喝起来。听起来赚是不是？凯洛，我寄一支给你，今天当饮料喝，速掉。赞呐！一支八嘎，好，我有一种我们的场啊，活着的人也可以讲话的感觉。是啊，死掉。你这样让死掉人可以讲话，这个精华应该就没有机会，就没有被剪成精华的机会了。怎么说？干他上个字幕要上多久啊？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不会，我们七个人而已，后面不会补到十个是不是？目前还没有问到人。今天的话，不找一下吗？啊、找个十个人会比较好玩的。我想还有谁哦？我在驾驶室发现尸体，然后右边，我刚在找人，我在绕圈，然后在最头上墙，我不是铁任务，我走到护盾室再到驾驶舱，然后发现尸体，我刚在解任务，解什么任务？那个刷卡的刷不过。这样刷卡那要怎么讲？卡片要从哪边拿？从钱包里面拿。所以是礼貌吗、哦？你要慢慢的刷，不能太快。我有刷过了，你怎么还在解任务、哦？不是啊，可是那个我刚解成功啊 ，too fast too slow。啊，我走完了呢、啊。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会不一样，会重复。是啊。哎，礼貌，你刚刚怎么走？投票吗？啊，狸猫，你刚刚怎么走？我刚刚看到你从尸体那个方向走过来，你想污蔑我？可是我想杀那个话多的。我刚刚在刷卡，我才知道他没刷完，我才知道我刷完了。那、啊、你从哪边走过来？下面啊，
下面是哪里？你碰到我的那里的下面啊，不是你的下面啊，啊，就是那个下面啊。你可以看一下地图啊，那个 Discord 里面有地图，可以看一下。从货仓上去吗？反正我是清白的，不是我。你这样讲，大概等一下差不多就要飘出去了。不是我，地图哦，地图是这个吧？这样我贴一下。有啊，我贴好了。蓝星有贴哦。哎，你贴哪里啊？主播啊，他们只看到这边。先聊位贴一下。好啦，反正我看到狸猫是从那个死掉的那边路上只有他，我经过他，其他人没有。尸体在哪？驾驶室吗？是吗？嗯。我从上引擎去反应炉解任务，再去下引擎，再到货仓，再到中央室啊。那尸体在哪？驾驶室最右边。哦，好吧，时间不够，我先 skip 吧。所以是饼干。好。你不是死了吗？没有，活着啊。哦，你还活着？哎、欸，我靠！你看，完全没脑的智障。狗狗狗狗找小孩，嗯，然后坐在他长桌都在这边呢，我好对不起他哦。好开路。哎、欸，问聊天室的一个问题 ，AKA 是什么意思啊？因为那时候一直听他们讲 AKA， 然后 Bob 是什么 AKA 什么之类的，这样，那是什么意思？唯一支持吗？之类的东西吗？又名，这是什么意思？看我在我面前杀人了，你要相信我。哎、不，好了，我、哦，别名这样我就懂了。没有没有，我是坏人，我刚杀了人。哦，这样我就懂了，我就懂了。感谢，我想要一直讲 AK 跳吗？哎、欸，那为什么你可以跳地洞啊，福建？为什么 AKB 48？啊，我他妈就工程师哦，我是工程师哦，我们不是把白色关掉了？啊？可是没有哦，我这个职业我刚看我也是白色的哦。什么白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白色职业啊，我是百变怪啊。哎、欸，我真假？对啊，所以你应该是没关成。百变怪是你们设？哎、欸，等等，现在到底有什么东西？我看看。工程师你设60%。哎、欸，管工程师设低一点啊。我想说你回头拍桌拍我2次，把我丢出去冲山下。哎、欸，刚刚丢我出去怎样啊？我放在尸体还聊路线，这么精确的玩家，话多必须死。哎、欸，我问一下，那个像百变怪，他要变身成别人的时候，别人会死吗？不会，不会。可是假如我站在尸体上，我按百变怪，假设你今天抽了菜渣的 DNA，
然后你可以在有三个人的时候，你就变成菜渣样子，然后进去砍一个人。哦，所以说我抽对方 DNA 的瞬间，对方不会知道。对，不会。然后不然就是你可能可以砍完人之后，然后再用菜渣的身份离开命案现场，啊、然后他就会怀疑菜渣。如果他刚好没有跟人家走在一起的时候，哦、他就会被丢出去了。海边哥好强、啊，原来如此，大概是这样。好猛啊！他们说市民的那个视野要调 0.5。嗯，对，因为太广了，这个视野，你这样子狼刀完人应该是走不掉了。哦，太难了，除非是在超时的视野，是 1.5 倍嘛？没错、哦，对。狼是 1.5 人是 0.5 这样比较合理，就是三倍的视野差就可以让狼多做很多事情。哦，那你就这一点就要踩他啊？对啊，就跟你说这个视野就一定比昨天大很多哦。而且他在我面前玩那个，我怎么可以不举他？我昨天一样啊。如果这样杀你，我玩完之后我就直接刀你就好了，我干嘛还放着你回去拍桌？我以为你对不上我。不可能，刀的那个范围超远的好吗？我没有这个急不杀是吗？好，不要讨论啊。对啊，讨论好像有点快。不会啦，不然那个时间其实正常。昨天那个刚玩一场要二十几分钟，会玩到睡着哦。哦，对啦。啊，我有问题。嗯，请说。告密者是我刚一开始上面的名字不是告密者，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玩一玩之后突然变告密者。哎，我断线了，断掉了，这我也断了，重开。哎，因为告密者的话，告密者出现的条件是你一开始看到就是你只会看到你自己是平民，但是你解到剩最后一个任务的时候，你头上会出现告密者，然后这个时候狼也会知道谁是告密者，然后你解完最后一个任务的时候，你只要看到狼，他的名字就是红色的，所以通常告密者是你解完任务之后。你解完任务之后就直接回去拍桌，因为你到会议桌上面的时候，你会看到狼的颜色是红色的。哦，我知道了，好，我会了。所以如果在十人局里面，假设你解任务解超快，才死两个人，等于是还剩八个人嘛，你可以看到两个人是狼，你就把狼丢出去之后，剩下看谁是中立就好了。但就是你在解完任务前，一定不会知道你自己是不是告密者，所以你一定要就是每个人都要去解任务，即便你是平民的话，不然告密者就很可能就出不来，或者是出来的时候都来不及，就场上剩中立，然后狼都出去之类的。好，狗狗，对啊，五个人对啊，他两个人呢？哎，密码嘞？打好了 LZONIF 好，有没有人啊？好像抽到十个、啊、郭维叔还在煮宵夜，煮这么久我不知道啊，他可能煮威灵顿牛排当宵夜吧，煮了久了。ZONIF 没有啊、怎么只有五位？那个啊、有六位吧。我们使用的聊天室没有开了啊，这些没有开了。有好，查到了，好冷。回归在，你可以再问一次阿弟，看他今天有没有空啊？他说要玩 FFG。好，好吧，那短时间他应该是不行的。火猫是什么意思？很脏哎、欸，什么东西？火猫，喵吗？明显不需要吧。喵，啊，那是口喵，口猫，那个是干嘛吧？就是这个啊，没有显示出中文啊。啊，那是谁？撸猫之类的吧？哦、哇，康尼，加五郎，康尼来了，康尼有模组、哦。Hello， 你有装模组？喂 ，Hello， 你有装模组？啊，你有装模组？我没有哎、欸。啊，那要装一下哦。快教康你装模组。怎么弄？就上面载点载一下就好了。哎、欸，等一下，我先把你的那个弄掉。好好好，请说。好，那个闲聊区菜渣在。哦，我在。
0:22有贴一个连接，太大的连接，那个载下来是那个主播时间里面有贴了，有一个要脱档，你先把游戏关掉，主播游戏先关掉，然后载这个，然后再那个去 Steam， 然后 Among Us 按右键，本机档案管理浏览本机档案，然后把刚刚载的东西全部丢进去。好，嗯，哎，装了这个会怎么样吗？职业啊，就会有多了很多职业。哦，职业模组，你之前有装过吗？没有、欸。哦，那就好。然后职业是这个打开，然后橘色的。那装了这个一般的还能玩吗？可以啊，不影响。哦，好，好。是哦，嗯。那怎么样？可以，嗯，加一。那我们就有八个人了。那就挑两个国阳。八个人两鬼，大家要认真玩哈，不然应该会团灭的很快。Open， 还没看过猎人。Low zip， 吴谦，你要他们认真玩，怎么可能？他们才玩第二场、第三场。那没关系，那最好是我当杀手，我就手起刀落，手起刀落。然后游戏。我怕这个等下断掉，我们先进去随便晃一下。哦，你说解压缩之后，然后里面有五个、三个资料夹，两个答案吧，没记错的话。嗯，对。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拉出来，放到那个。这五个全部拉出来。对。好。然后贴到狼人杀的那个。你帽子为什么显示不出来？是弄在 Among the Data 里面吗？啊，没有没有，不是 Data， 就是 Among the 点进去，然后就全部复制贴上就好了。对，三十秒路过我的尸体没看到。哦，有人，我来试试看可不可以开。嗯，好紧张。来吃。哎、欸，可以哎。那个什么果？上次问你们那个果。哎、欸，等等。然后，刚刚聊天。嗯，哎、欸，谁讲话太小声？怎么可能？我在教汤尼弄、欸，我在教汤尼弄，关我屁事啊！你在哪边看到杀人？要怎么看地图啊？那个你现在 Discord 里面有一张、哦啊、有一张那个地图，哦、我看到他在上引擎杀人，上引擎室杀人、嗯，我没有，我忘了。我往驾驶室去后，我就没动了。你是拍到谁的尸体？你是拍到凡心的尸体还是凯洛的尸体啊？凡心的尸体，橘色的肉吧？橘色的肉啊，所以是凡心的。哎、欸，李茂，有啊？你怎么走的？我从上引擎去反应炉解任务，然后现在在下引擎啊，干嘛？那中向，你有看到李茂吗？没有。那你们的位置对不起啊，我在上引擎呢、欸。他从上引擎走下去，我都比较慢吧。等一下，你是什么时候看到他？他砍了繁星的，他刚刚吗？对啊，现行犯。那我这边先说一下，就是我跟繁星一开始就先往左边走，然后他在那个医疗室那边的时候有稍微停留下。他往下走了一下，然后我就继续往下走，然后一路上引擎，然后反应炉下引擎，然后那时候直接走下去是为了要修电，然后我在电房有遇到饼干，对吧？然后饼干在我要进去之前就修好电了，然后我们就继续往货仓走，然后饼干在装油，我在看他装油，因为这时候货仓门关了，我有点害怕，
我有个问题，其实剩三十几秒可以投票。对，剩三十几秒，就大家就聊一下啊。这一轮要投吗？我投他，因为我在叫康尼弄，我怎么可能会？好像有两个凶手，因为我刚开始进来，他说有两个凶手。饼干，饼干这边投谁？我觉得你比较好。投菜渣，投菜渣，投菜渣吗？那就查沙丹。他、啊、为什么会这样投我啊？我怎么会这样子？谁在搞？代表一个中立，两个凶手啊。嗯，两个凶手是狼，狼是叫什么名字啊？他这边要关麦哦。然后狼，你说狼的职业名称那不一定，但是如果你是狼的话，你的右下角会多一个按键。哦。哎，聊一下刚刚那个票型偏奇怪。我弃票，我弃票，因为我不知道谁是狼。那我投菜渣、啊。那我投你。不是啊，这里菜渣很奇怪啊，他什么都不骗钱。刚刚是22嘛，刚刚狸猫说弃票嘛。我说我往下十四走过去就没动了。等一下，饼干你投谁？我刚刚投菜渣。你投菜渣，菜渣投中校，然后狸猫说他弃票。中校中立啊，小丑，对吧？不然这票型不会这么奇怪啊。我不知道哎、欸，我投菜渣、嗯。见鬼了，我也投菜渣，饼干也投菜渣。那就是我们三个之中有人在说谎。因为我这边一定认饼干好吗？因为他修电，电只有他开而已，然后还跟我困在那个仓库那边。如果说中校看到这一刀是菜渣刀的话，我可以保饼干绝对出不了这一刀，因为我们两个都被困在仓库嘛。那饼干要投谁？你说现在吗？对啊。对啊。我在想，你再给我十秒，我想一下。狸猫，我跟你讲一下现在状况啦，就是刚刚不是关灯吗？然后饼干去开灯，然后我在往开灯的路上，然后灯开起来那一瞬间，我也刚好到饼干那边，然后我们就接着困在货仓那边，然后这时候中校就说看到菜渣把繁星砍了。我听得懂，但我现在只想知道你们三个是谁说谎投了中校、啊。那你现在听我，我保饼干出不了这一刀。然后饼干跟我一起被困在货仓里面，所以饼干应该也可以把我出不了这一刀。不是啊，可是你不是、啊、你的意思不是说有两个狼吗？所以说代表说你们其中不是有可能是狼，是这样意思吗？那现在听，那你现在听嘛，你假设你现在踩菜渣是狼，那你要踩狸猫也是狼。那、啊、我就看到他，因为我们这边橘色的肉啊，因为我们这边我们两个是出不了这一刀。中立，然后菜渣是狼，就是有可能中校真的看到他杀人，但那因为他我们这边不可能，我们这边不可能投中校出去，因为。我们现在中立只有小丑而已，投小丑出去，我们所有人都输，只有小丑独赢。所以，我们这边一定是先票菜渣，对吧？对。你们说的那个角色在哪里？在哪里看啊？原来你还没看角色哦。啊，不是只要抓到谁杀人就好吗？啊，为什么？你看你名字上面是什么？干谁投我？哦，我投菜渣，我从头到尾是投菜渣。大欸，有时候觉得麦时好时坏，好烦哦。干啊，所以是有两只狼的意思吗？哦，不是，要不能讲话。好，因为今天跟闪闪在开台的时候啦，他在开台的时候进去通话，然后听到自己的声音，哦，有够爆的，我也是不知道在爆几天啊。所以现在到底是有两只狼的意思吗？抓到了吧？是有两只狼的，所以就超级爆的 啊！你就是第二只狼啊？没有，我不是啊。就是、第二只狼，我跟你一起投、欸。为什么只有两票？我跟你一起投啊！不是，我那边是你好，我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不投那边？我刚刚还是只有两，好像没有杀的，像是杀人吗？你要想，刚票型从二跟二变成211，哎，这是一件超奇怪的事情哦。你有想过吗？就是刚刚那边，如果我们维持再投一次，没有啊？这样我的视角我一定是没有。你刚刚那个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刚刚只有四票，就是代表
上一轮没投票那个人这一轮还是没有投票，你懂吗？真正奇怪的是这里。我有投，张教也有投，我有投。那到底是谁这两轮没投票？他是不是比较奇怪？你不觉得吗？第一轮是我，第二轮我不知道是谁，但我自己第一轮没投，第二轮我投菜渣，因为我两轮都没投啊。可是菜渣像不能讲话，是不是？那你现在你投菜渣，那你一定说谎啊！哪有那么多菜渣的票？他才两票哎、欸。那我投菜渣，我不你说谎，干我就有投。你想想看，饼干第一轮是二二，是我跟你投了他，然后。我中路应该是投自己、啊、我就说我投菜渣哦，没有都是我投菜渣。饼干你就这样停就好，现在一中立嘛，然后刚刚中校投上了两票，除了一票是菜渣挂的，另外一票一定是他自己督自己嘛，不然刚刚狸猫说他 pass， 然后这样还有二二的票型，怎么可能？所以我觉得中校看起来偏小丑啊。对啊对啊对啊，那所以刚刚那个票型除了中校，我不知道他是没投还是一样投了自己。那这样就是要问狸猫他那一票有没有票吗？因为我两轮都有票，我这边不可能不票，你懂吗？我第二轮有票，第一轮没有。好，假设我还是狼，我刚那轮也没道理不票吧？有啊，你不想投菜渣？这个逻辑就这样，就是、啊、有可能是你有照你这样讲，也有可能是你在主导，你就投我，像栽赃我是吗？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投菜渣、啊。你那个票型不用盘，你一定是中立啦，除非狸猫说他跳过，然后是你跳过，是你跳过，然后狸猫票你啦。但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啊。如果是依你的视角，你现在只能排出狸猫是狼啊，对不对？你说我吗？对，我不确定，但是我蛮确定现在一定不能投中校，你懂吗？你还能确定？我不知道另外一句死在哪里。你这样还不确定？没有，因为我不确定那一刀有没有可能是在你来修电的路上刀的，我只能保繁星被募集的那一刀不是你刀的，你懂吗？真的耶，我很早就被福谦刀了，然后那个谁东校跟狸猫踩过我尸体，东校那边就报错了，因为他不可能目睹菜渣刀那一刀，你懂吗？对啊。因为你果然我知道福谦在闹啊，没有你想想看那个逻辑中校一定是中立。我最后直接问你，你狼坑可以排得出谁？你跟我说不知道，那你就是狼了。没有，因为左上角那一句他说他目睹了嘛，所以另外一句是死的比较早嘛。我这边说我不清楚，是因为有可能是在关灯的时候他倒的，然后没有被目击嘛。不是啊。可是你第一回合保我，然后你第二回合也继续说我好，然后因为我们刚刚一起认中校是中立，你就剩一个狼坑，你还能投谁？我们第一轮盘的是繁星那一刀可能是谁出的嘛？那菜渣出掉，那另外一个狼坑是谁？另外一个狼坑我不知道是你还是狸猫啊，你懂吗？以我的视角，如果我是好人的视角，我刚刚讲我都是好人的话，我不知道繁星那，就是假设繁星不是我刀，假设我真的是好人。我那边，那你应该也是说我或是狸猫，而不会说是你不知道，因为就是四个人，而且角色都已经爆出来了。我刚刚不知道，就是说你跟狸猫，我一定盘不出来是谁。以我的视角来讲，我一定盘不出来啊，你懂吗？然后刚刚剩几秒钟而已，我觉得还好，所以我那时候直接认定 你那边就在靠赛啊，你那边就是我丢给你的，就在靠赛啊，你懂吗？哎，不过为什么后面直接赢呢？因为其实剩下的没 skip 啊，又是一票啊，对啊，哎，要记得 skip 啊，各位。我们结束了，可以进来了。哎，狸猫会不会玩呢？我会，我大概懂了。所以刚刚小丑就是输嘛，他只能被票出去，不然他跟我们一起留下来，他就是输嘛。对啊。没有啊，不是啊，你如果假设你这种时候你。小丑就是要保狼，小丑刚刚的玩法是要保狼，不是把狼票出去。因为小丑如果在狼全部被票出去的时候，小丑一定输，小丑不会跟着好人赢。所以小丑最理想玩法是他要让那个让所有人出去的时候，然后再平票，或者是说，因为为什么会说一定要两个中立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小丑其实如果只有一个中立的时候偏难赢。除非他在搞事，然后被投出去。因为到后面那个结尾的时候，
他中立坑，所以不可能有人去投他嘛。然后他只要大家把狼坑排完之后，中立一定输，然后会是好人赢。那如果是狼的话，假设剩一狼，就是一定平票嘛，狼不可能投他，一定平票。然后最后等 CD 到刀掉他就结束了。为什么会要两中立是这原因？因为一中立小丑几乎不可能赢，除非大家被他演技骗。所以有小智障吗？哎、欸，这个人数在开小故障的话，应该会死很快，因为小故障也可以刀人，等于就是两狼再加上一个可以刀人的，一轮可能就死三个，就准备要死光了。这飞船好危险！哇、哦，他两狼不是绑在一起，只能刀一个哦。嗯，他可以是狂卡那个、啊、CD 刀就可以砍。那可是不是发现尸体就可以举报吗？他一直砍，不就是马上被举报？像刚刚我被福谦砍的那边好了，其实你跟狸猫刚刚都有经过我，而且踩过我身上大概三脚吧，然后都没看到我吗？这样子，对啊，我肚子太大挡住了，对不起，我真的没看到。你要注意右边举报灯有亮，就是有尸体。把那个大神功，哦，自己看到第一时间就要按。对啊，其实不一定看到第一时间要按的原因，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在附近多绕绕就可以看到刚砍完人的鬼。哦，但是这种东西也是要看情况，就是没有绝对。但是因为我目前被误认成鬼，鬼的职业看得出来，他鬼还会有职业吗？鬼会有职业，有像我刚刚当的就是一般的鬼，我没有能力，所以我就只能刀人跟跳地洞。就这样子而已。Go go go go！ 啊，我等等在会议室吃面哦。宵夜来了。好，我等下确认。OK OK。他不见了。安全安全。蔡章人呢？我来了。哦，我没开麦啊！我多开了一个角色。奥利、啊，开什么？哦。Shifter， 那什么角色？中开局没有任务，没有胜利条件，与选择的对象交换身份，被交换就会变成一半团员。如果换到狼的话，好像就会直接死。什么？哎呀，我刚刚一开局直接往左边走哦。那个吃面的没事。吃面吃面，青蓝真安全。尸体在哪里啊？在。等一下，我证明一下，我跟你在一起啊。嗯，你要素面是不是？好吃。你要素面是不是？我现在碰到的是谁嘞？啊？现在是怎么样了？是怎么样？我可以讲了吗？在炮房，然后是发现中校的尸体。哦，对，刚谁往右边走？我。还有我。我是先下去，然后再过去的。礼貌，你有什么好辩解的？可是我直接去炮房没有看到尸体啊，为什么你没有看到尸体？我有看到啊。其实我没看到欸。因为你在我前面啊。我是走在那边，然后一坨人在那里，然后就有人拍了。然后是谁说开局往右边？我啊。啊，你的反应。嗯。还有谁往右？还有狸猫。有。我才刚走进去就有人举报了，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发生。白粉松狼，好杀啊！过吧，狸猫，你这个小坏坏！我连杀人的案件我都没按过。我投白，你投白是不是？干，不是我，等一下，你
先别投，等一下啊，算了，妈的，不是我啦，等一下，我根本我才刚走到来，我真的什么事都没做，等一下我要怎么证明？我现在只能求你相信我了，他们四个搞不好有投别人，或者你可以用40秒唱一首歌，你还有40秒可以把可以讲一点，先一步两步。那、啊、为什么有人投我啊？嗯？漂亮，恭喜你！哎、欸，所以我这个是隐形后可以杀人，是不是？怎么啦？聊一下。啊、我们必须阻止他们继续杀人。认白粉双狼嘛？那要不要再把白跳出去？不是我，等一下，别阻止我，我真的不是狼。等一下，如果你往哪里走了？刚才如果认粉色狼输的话，这边跳白没有问题吧？哎、欸、，OK 吧？哦，对吧？是这样子吧？其实在明讲，我真的不是。等一下，我现在在解任务，我要怎么？哎、欸，如果是狼可以解任务吗？不行啊。对啊，那我在解任务啊。他在解任务。好，那我们三个一起。谁啊？我在解下载的这个啊，所以一定不是我啊。然后福谦一直想把风向带到我这啊。那福谦一定安全，因为我从头到尾都跟他带。他不在吃面吗？那我都挂在中间，你要摘到我头上很偏难哦。我一步都没动了，我在旁边哎、欸。刚刚一定是有人相信我，才会把我这跟他兑换啊，不是吗？那你们投谁啊？不知道啊。福谦在吃面哦，我其实没有听出来的声音是福谦。白色啊，白色啊，我在吃面，不然我给你听一下。哎、欸，为什么我被投啊？到底是谁一直投我啦、啊？凯洛是不是没有关麦？哦，哎呀，来不及了！哎、欸，不是，等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他怎么会这样子？带他去哪？我忘记我现在不是一开耳麦也紧急啊，不是你看到我往右边跑，你一定是往下面跑，你怎么会跟我一起往右边跑啊？我就跟着你啊，你不能跟着我，刚那边如果还有一狼的话，他有可能在另外一边把人刀掉，或者是故意不解任务，所以我们两个就可以投他们啊，分两边去看任务，你懂吗？我们两边、啊、不知道你跟他们有用，万一他是小丑你跟着他干嘛？什么万一他是小丑，你跟着他干嘛？他一直都演得很像小丑。没有没有，即使我是小丑，那边一定要解任务，不然那边是大家一起死，就像现在这样子啊。所以先撇除我是不是小丑身份，那边一定是拆两边走，因为我们不确定哪一边有人嘛。然后像我刚到右边，我发现那边有人，我们再到左边已经来不及了。哎、欸，你要刀的 CD 有改吗？怎么那么快就可以刀了？没有啊。CD 四十多秒、欸，哎，哦，你说一开始吗？被票出去不是白色吗？可是换成我，所以是有能力者用了，对不对？对，交换者，是交换者使用了吗？是谁啊？你们刚开始可以刀的秒数是多少？怎么不到四十秒就？刚开始好像15秒吧。不是啊，为什么我进右边的房间马上就变成两个尸体啊？不是说杀人要有 CD 吗？有 CD 啊。40秒，开局也40秒、啊。两个尸体就是两狼双刀嘛。
嗯，两个一起杀。一局绝对没有40秒，我还没40秒就被杀了。对啊，没有。40秒是那个啦，结束后第二轮刀完跟会议。刚开始的 CD 没办法改，他们我看聊天是。刚开始 CD 是固定的，没办法改。好的啊，是哦，好吧。那、嗯、为什么鬼又瞬间赢了？啊，因为没氧气啦、那个，人数吧，对啊，嗯、人数到了，没氧气，然后我刀了太渣，他解不了。你为什么要杀我？我想赢。凯洛为什么刚刚站在路边发呆啊？刚刚没有，我一开始就是往左边走啊，然后一路往下，然后去接那个电线，然后再往右边走。最后的紧急任务就好了。你那个时候站在那个中央室的门口嘛？啊，你旁边不是有個？哦，对啊对啊。啊，你怎么没去接、啊？哦，对啊对啊对啊，就是那个箭，就那个箭头嘛。然后我那时候是才刚到这样子。我又找到一个人了。然后说你说最后几秒没有，那时候跟那个、啊、说我没关麦，我在调整 Discord 的东西。太棒了，嗯，因为那个一定要优先解，那个三十秒没解完，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哇，了解，嗯，哇，包括叛徒也会赢吗？叛徒就赢了、啊，叛徒就赢了、哦。所以刚刚赢的是狼人啊，嗯，哦，有黑猫哎。刚交换者是谁、啊？我刚交换者是谁？第一换的不错吧？哦，就是你，换的很准，厉害。那你想说，反正都是他们两个换，这两个应该没差，然后还真的换到一个。我以为那时候交换者会把我丢出去、欸。那我刚发言，我刚那个发言其实因为我就是交换者，然后我从头到尾都跟着你啊。没有没有，我刚刚那个发言其实有点过分了、啊。我再原地一个人资讯都没有，然后就直接丢双狼出去。没事，我没被丢出去，其实我有点意外。你都走吗？因为剩下的人还在思考怎么玩他的职业。我还以为我第二轮就要凉了。蓝莓在开机。你好。嗨，嗨，哎，蓝莓，你们版本跟我们一样吗？ 2.0.4 吗？没错。OK 的，阿夏还缺一个吗？对。那我叫我朋友来，等我一下。好。哎。他会希望最好是妹子。Apple 很难呢、欸。不过也是、啊。很难呢、欸。我也想找妹子，可是我的妹子都在。欸有一个 Apple 进来了，那谁？吉他，观众，吉他，这游戏好像不能踢了。右上角不是可以？右上角不是有？有一个那个角角，满了我进不去。嗯？可是现在里面才九个人而已。嗯？为什么？还是我打错房号了？等一下。哎，我们今天在那个北美服啊。啊，对，我们在北美。哦，北美比较稳吧？嗯。OK。哇，你好狸猫哦！不知道要提他吗？提啊，他是观众吗？等我一下啊、哦！对，那个扣的要折哦。好，你可以放一下。我想说整，昨天整场都没有了。哦，外国人吗？都那么乖。不然你改成哦，你已经是 private， 所以应该只有可能是观众而已。等我一下哦。好，你们的有没有特别设定什么吗？你看左边那个，哦，顿号哎，昨天的顿号吗？嗯，昨天的黑人，对对，昨天的黑人，好，哥哥，哦，满了满了，好，他还没进去，人杰，耶，他没进去，走，然后又。在调麦遁地下去调吗？哎、欸，他还没加 Discord， 他有来过，对，他还没进来，他还没进来，哦，他进来了，哦，有了，安安，啊，十个人 ，Go Go，Hello，Go， 等一下，刀要调成30秒了吧？可以啊，35、30G， 好，啊，所以饼干你可以打字了没？
青蓝色中间吃面安全。這是什么？研究一下，看一下，看一下。警长，我是警长。我要吃面的嘞。没看错的话是康妮吧？怎么又是？怎么又是？我刚刚没有听到过，好不好？是大厅嘞。我根本什么事都没有做，我真的。那你为什么不举报那个尸体？我根本没看到啊！怎么可能在你脚下？哪有？我走过去之后，然后你举报我才有发现欸。真的？来吧，怎么办？那我先排掉其他人哦。我和那个咖啡色和。凯洛和狸猫刚刚在修电，我可以保他们两个人出不了这一刀。嗯，那中校你聊一下。嗯，刚刚在干嘛？尸体在大厅，就是刚开始的那个地方。我才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还没看到你就已经知道尸体在那边了？啊？太脏！知道你附近有其他人吗？因为我那时候正好在开地图，然后其实我根本没有看到那个，就是路上的状况。可是你就已经有看到了。嗯，讲一下哦。这比较奇怪吧。饼干五千嘛，然后吉美美。举报的是我吧？跟康妮、啊、还有这个，我这一波都是会盘。不是啊，你盘一下啊，你都举报了。对啊，我刚刚一开始就看着福谦啊，在中间看着福谦，我想说他是不是要继续吃面，然后灯就暗了，然后灯亮起来以后，我往下走然后就看到他的尸体，附近只有康妮。就。我说我刚刚那时候真的是 tab 在开地图，然后再走，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真的，我今天要讲一下路线。我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跟繁星还有康妮往左边走，然后后来就是我是关店的时候往左边走，因为我要去修店，我怕又跟三人找不到你啊，大家都不解。然后我回来之后，不同要 skip 哦，再往下。然后我是走在康妮前面。喂 ，skip 好不好？不是我好不好？不是我。怎么死人可以带人呢、啊？啦啦啦，前任乌啦，还是谁？这样不知道谁是杀手了。我讲什么？听不到。嗯，哎，福建啊。我的宝宝，我的宝宝。嗯，他重当了。
想参与哦，我们打字。我也在想哎、欸，不然我们过一半再来结任务好了，反正我们无敌，对。你妹妹是好的、啊，白痴，有人在旁边升级呀、啊！哦，那个白痴，魔力音效没关，这个一定会死人啊！看、啊，我先想在那边，都好人。哇，尸体在哪？哦啊，你们两个，这是这两个、哦？哎呦哎，你刚才在哪？这是紧急任务的房，然后我没看错的话，中央房，中央房那边靠近紧急任务那边。我刚解完第二任务，再往中间那个 O2 那边走，然后又是。我要回忆一下，奇怪，那边的紧急任务，我必须说我是先到的，然后你太渣是第二个到，然后我还没到，因为我为什么看到太渣的原因，是因为我点开那个输入密码的时候，哦，所以你没看到尸体，可是后面我看不到，因为所以这边要盘，我可能要听太渣怎么讲，因为我输入完之后，我往下走，然后走两步。菜渣就排尸体了，我甚至不知道尸体实在确切中央室的哪，就是我们的下方啊，我们的下方吗？是康妮，我都已经要走到门口了耶，我走到门口，然后我也没看到尸体啊。因为我蛮确定那边任务是我解的，所以我想听听剩下的怎么讲。快回来！所以我想听听菜渣怎么说。我在右边的，要往霍顿室解任务而已。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最后的位置是我看到有一个人有要进来、啊。我问一下，恋人不会有其他的身份对吧？会，恋人会有其他身份。恋人可以跟狼人合并，可以恋人有可以跟人狼恋呢、啊。对，恋人只有可能会有狼人的身份，好重口。然后其他身份不就不会，他只会就是一个恋人。哦，好，同人。那是狼配普所以就算说我自己是恋人，我也没有办法说我不是狼就对了。对，所以你是恋人哦。没有没有，如果你是狼人，是什么意思？你是狼人恋的话，他后面会再加你是凶手啊。如果你只有单纯的那个打那个恋人的话，我就是那个单纯的恋人，但是我的恋人一直换。我是好人，你好乱哦你。我的对象人会一直换吗？我不确定，一直换人。有一个技能是乱源，是可以换身份的。有个交换者啦，有个交换者，对我超淫荡的。我问一下，交换者会换身份是不是？对他只要杀，我要杀乱源，那就只剩是乱源。他如果换到狼人，他就死掉。
三小。喂，我现在不知道我在哪里，可是我发现了一个尸体。喂喂喂，附近有荧幕，附近有荧幕，监视器吧？监视器吗？左边吗？有监视器的话，在左边就是 cam 房啊。cam 房，我看一下地图，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地图。这刀很新鲜吗？我不知道。所以东校不爱我了。应该那个叫中央市吗？是不是？还是哪里？还是电房啊？电 cam 房 cam 房，叫做 cam 房吧。嗯。刚刚最后我跟蔡章，好像还有谁？我们都在大厅。黑色、紫色、浅紫色跟白色。浅紫白，对对对。然后我刚刚是有跟几个人一起去解任务，然后我不记得是谁。右上角都没动吗？我好像紧急任务没看到。刚刚是跟谁？基本上我为什么有三个人会在一起？我有跟三个人在一起。有一个交换者。这样，所以我有个刚那一轮就想问，交换者是换了人之后身份也会跟着换吗？对呀、啊，身份会换、啊，然后我们所以可以一直换、啊，可以一直换。啊，他换到狼他就挂掉了。我回来了。我跟投票的时候有交换者吗？有懒人包吗？有，我跟蓝莓跟中校三个人是恋人跟交换者，我们三个一直在换来换去。那、啊、一开始我是可以换人的啊，所以我换的时候你一开始是可以换人的。我以为交换者只能换投票阶段，原来不是投票阶段也可以换吗？不是、那個、那个可能不是那个交换者叫什么？这是另外一个。那個、对，另外一个交換能换身份的是乱源。对啊，乱源。我以为我原是在地图上一次之后，其他人就不能换呢、欸，因为我一开始乱。就是他自己跟别人换，还是可以指定两个人换？你是什么颜色？要先讲是有谁去 cam 房吧。自己跟别人是说自己是乱源的是什么颜色啊？应该一开始是黄色吧？所以这边怎样？菜刀头是？现在好复杂，到底发生什么？人也可以换。等下，菜刀头上一局的粉红色，上一局的粉红色。屁啦，根本不是我，好不好？我走过去看到的耶。我觉得就是菜渣了，你有问题，你一直咬我，到底有什么事？有够吗？没有，完了。有踏出去了。咦？是啊。两个小可爱。你们知道谁是狼吗？应该目前就只有五千吧。他不投，不知道哎。很小，没安全，找附近。鬼可以看吗？可以耶。天哪！天哪！关灯了，然后嘞？然后嘞？你们想包嘞？还需要金水包它吧？没有怕是怕说，比较会玩的就是新来昨天玩的那几个人，会觉得玩不下来，呵呵，在迂回，怕是怕的状况。
按，好了，福建被抓到了。太糟了，你有没有看到？没有，我没看到。那我看到了，我看到福建杀人了。福建，你好过分，福建。啊？原来你刚刚不是在解密啊，你是在杀人。汉奸时期。没有啊，不是。不是。不然聊一下。这边的话是，紫色跟黄色原本是恋人嘛，然后前紫色去跟黄色换，然后变成你们两个恋人，你们三个一直三角恋嘛。然后前紫色一开始的乱源是我给他的，是我先跟他换，然后他才去跟黄色换的，所以这边只剩青蓝色了。然后我会说，我看到是因为我刚刚跟菜菜在那个监视器房，然后因为我被关起来，我在那边看，我就看到他在O2房的那边那个走道，青蓝色把黑色给砍了。哦，你是看监视器哦，我看了一下就关掉了。没有，我想说我很无聊，因为我被关起来，我是关掉我才看到你在我旁边，我以为你看到了。我目睹了那一次，好可惜。我看到了。哦，器材真的很烦耶。原来是四角恋啊。四角恋。耶、yeah. 哦！人家乱源要不要关掉？啊、那个有点太强了，那个等于就是直接还是确认是不是好人了、啊？人跑团，我在别的地方玩是不能看那个什么监视器，还是什么心电图那种东西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规定，还是说你们要给就是没有啦、那個？但是如果今天要玩的话，玩这一张可能就不行了。啊，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那个小故障打开了。还是你们要，因为刚刚比较大的问题是你们这样等于是四人抱团嘛，然后再加上CCTV， 我等于是完全没有刀的机会啊，因为我刚刚刀完之后，我等于是直接被票出去啊，因为你们是人一户口吗？因为你不知道我们这边发生什么事情。你这样讲我，可是我没有杀人哎、欸，你们要给那个七七开法，因为我们之前玩魔族木马设定调好了，没差、啊、就你们现在这个就好了。哦，是吗？嗯，没关系啊。好。对，小故障来了。好，故障 有小丑吗？有。OK。啊，器材用不用？不用。用。哎，用好了。小故障的杀人第一时间跟狼人一样吗？那就好像小故障快一点点吧。哦。小故障会比较慢。那设备、哦、小故障会比较慢啊？小故障好像设定是25吧？是吗？如果那个够。哦，那这样你小故障的 CD 给太短了，没有，它预设好像是25，不太确定。我只知道下面有一排人，他好像会调长，因为小故障刀太快的话，有点硬啊，因为等于是三人25秒，你50秒可以刀两轮呢，50秒刀两轮，船上剩4个人，你怎么玩？那我问一下，我不确定，他应该是预设的。所以现在我没有调小金，我没有调小故障的预测，很多都不知道预测是多少，会有难度上的不平衡啊。我的爱人被杀了，哈哈，我一直，我没有，我一直在大厅，我在大厅吃面，我也在大厅。我的爱人，我在量什么身高体重。他才刚跟我说在玩游戏。阿林，还有中校安全吗？我要守寡了。中校安全吗？安全什么？你刚经过我，可我后来找不到你了，你在哪里？我在那个反应堵截任务。哦，那中校安全，中校出不了这一刀，尸体在哪？尸体在哪？尸体在哪？咋？哎、欸，那个大厅啊，大厅，大厅，在我，他在我的正前方被杀掉。我看到光，关灯往下走，关灯了，所以我不知道是谁杀的。那我这边保中校出不了这道，他在左侧。大厅，刚刚大厅有谁？大厅有我，我站得不动。因为我没记错的话，这边一定过不去嘛，所以中校安全，黄色安全。除了福谦和中校之外，其他人都在大厅吗？我有看到我跟凯洛在开
嗯，我在医疗室。这个人一定不是新手，他是关灯杀的。我有个疑问，大厅是在哪里啊？饭堂饭堂房间有一个按钮的那边的区域，饭堂饭堂啊饭堂啊。哦，地图上面写饭堂的地方。哦，所以真的有炮房哎、欸，有、啊、真的有炮房啊！哇，你以为你去那边打、啊，打下、啊？我刚刚以为是你们在讲干通话，想说为什么会有炮房？没有没有，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哇、哦！啊，猜啊，今天怎么办？哇！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康尼刚在哪里？我知道他在我的面前，好不好？啊，康尼在哪里？他自己介绍。我说我在医疗室，我那时候正在量身高体重那些。哦，不行，我一定要为我练报仇。你投谁？我一定要选一个。你要投谁？在大厅的人。那大厅有谁先讲？就是我蔡渣还有我。好、啊，蔡渣会是你自己杀吗？对耶，他背叛了你有没有？恐怖情人啊！哎、欸，等一下我问一下，这是狼练的狼要赢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狼那边赢啊？还是一定要练？他要择一，他要择一杀蓝妹，他择一，哎、欸，剩九秒，剩九秒，他不好死吗？不好死吗？不，我的爱人，啊啊，吉美美为什么有一个？哎、欸，找到不离开了，还关的灯，四十秒，四十秒，四十秒，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我们菜渣不会死啊，刚的哇，这也什么，这也饼干，你怎么会到了菜渣饼干哇，你让他们殉情是很好啦，我在那个店房，刚刚关灯之后往上解任务，然后就这边有菜渣饼干跟我三个人，然后就想说应该会出事情，我就狂点喇叭，然后就突然番茄酱喷出来瞬间我就举报了。啊，啤酒完吗？没有，所以你预判了这一刀，对，可以换我了吗？嗯，饼干，我是警长繁星啊，你等下就等着被我开。你在我旁边杀人还敢自刀自拍在那边讲、啊、你是警长、啊、哦，所以蔡渣可能真的刚刚是自刀自拍哦、欸、不可能啊，你是警长，可是蔡渣在我旁边呢、欸、等一下，我没有杀人，我还在解任务，然后你在我旁边杀了蔡渣，你先拍这一下，所以你先讲话的、啊、那要不要先盘一下那边还有谁啊？没人了，我和蔡渣和繁星，对，刚本来还有一个，但后面走出去了，二选一啊，这边繁星跟饼干二选一，我会还你清白的。姓谁？那中校是谁杀的、啊？就不知道了。中校在哪？没有看不到。你只要问谁会承认啦、啊？看不到。我根本没看到任何人。中校跟蔡渣是同一局被杀掉，是不是？对，都是这一场的。那中校尸体嘞？就不知道啊，没人看到、啊。对啊，因为拍不到吧？你繁星拍的是蔡渣的尸体，不是吗？嗯嗯，没死一起的话就尸体在哪？我知道吗？店房有资讯，店房。那其他人那时候都在干嘛？狸猫，我在中央室刷卡。哦，麦克风。狸猫，你麦克风怪怪的。鸡妹妹呢？鸡妹妹呢？麦克风离喇叭太近。嗯，我刚刚也在电房、啊、我看到他们几个在里面，我很害怕，我就先走出去啦，然后就里面就发生命案啦。这里等一下我还活着，我一定直接开繁星哦。没有啊，你这边就这局就 skip 了，然后让他们两个去拼枪啊，然后看谁倒啦。
他们两个自相残杀，觉得可以，真的是饼干。因为这边没有人要跳警长了嘛，那就没咖啡师警长死了。漂亮漂亮漂亮，饼干杰出的一手。等你了，等你，等你开秀，警长。我们大厅见哦，不要走哦。他想挡刀。啊！你在电房，我有看到狸猫在狸猫的脚下。我举报的，那是我举报的。我看到凯洛在电房里耶。等等等等，然后是我在配电。等等，先等下，我先问一件事情啊，怎么没开枪？你知道为什么不开枪吗？狸猫，你干嘛一直挡在中间？会开到你啊？会吗？会啦，会啦。我问个问题，可以报可以报自己的职业吗？没有，可以啊。你想报就报啊，要不要有人信你是另外一回事啊。我一直在找尸体，我想要去复活一个人，让他们直接报狼是谁。但是我现在找不到尸体，我一走过来就看到那个粉红色倒在地上，然后里面有凯洛。哦，我这边刚好。哎呀，我这边刚好跟新手讲一下，你要复活人的时候，你会先倒地。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拍你的尸体的话，你就直接白死喽。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刚一直，但是我连尸体都找不到在人，我就问说你们都死在哪，因为我根本找不到一个没有人屌的尸体啊。上一回的尸体会刷新了，所以你这一轮找不到上一轮的尸体。哦，是哦，干。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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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我死了。哎，等一下。哎，凯洛，是不是鬼有隐形功能？怎么了？凯洛，那这里繁星偏坏，我要投他，你会跟吗？等等，好，你开。等，不是警长吗？鬼是不是有隐形功能？这边是让你开，但是不会先投繁星。我们因为还是这边大家已经认前面有狼蛛了，我觉得没。我觉得两个狼还在。不是，会不会有可能有小智障？哦，对啊，前面没有投票啊，所以一定那个嘛。然后除非有投故障的刀人。这边六人局，我要先跳。我是冤家，我刚验了青蓝色，青蓝色是绿色的。啊，饼干，你是小智障！不要再闹了啦，欸，等下你看到，哦，你可以刀了菜渣之后， yeah. 假装是警长之后把我杀了，你的那个不是更高吗？你的地位就会更高了。不是啊，你在电房，全世界就剩你有机会杀人哦，啊。也有你啊，你也在啊。我不在电房。在电房上一场，上一场这一场的话，我是过去看到狸猫盯着尸体。我才拍的啊，所以这边怎么办？要投还是不投？反正等一下一定是不敢开繁星嘛。我这边先丢出去了吧。我这边想丢繁星出去。我好了，好了，快帮我把饼干换掉，跟我换，拜托。我要唱歌喽。我好了。明白 ，nice， 完全没有被怀疑 ，nice， 那够秀了吧？够秀，够秀。你妹妹好坏，那我怎么看到他死掉的？你是银鬼吗？我是一刚开始就有问他，我是银鬼啊。我开隐形去砍人呢。哦，对啊，我刚就问是隐形鬼啊，然后没人理我啊。
好强好强，玩的不错。所以在店房吉妹妹是隐形吗？我隐形，我去把你砍了，然后我再赶快再跑走啊。哦，应该我每一招都是隐形砍啊。Oh, 哦，韩星，你干嘛踩我啊？他就只看到你在哦，我就狂点喇叭了哦。哇，你们会一个内斗？刚刚走到那边是为了要解任务吗？好人大败耶！中校，中校，你走到那边是为了解任务吗？哎，中校人呢？你说什么？中校嘞？你刚去那边是为了要解任务吗？说右边吗？对对对，对啊。哦，那边没事少去啊，那边有点白给你。你站在那边，我不刀有点对不起我自己。好吧，因为那边太死角了，不是要解任务吗？你刚看进度条，连他妈五分之一都没有，大家根本都没来解任务。那新手啦，大家都在看戏好吗？玩模组基本上不会有人去解任务啦，除非是当告密者啊。我都还在看我到底是要干嘛，没有特别写，应该就是一般人对不对？对啊，就是一般。但是有可能解完是告密者。对啊，所以你还是要解任务。哦。啊，我是不是又是？文明隐形鬼太强了吧，我就知道怎么了，怎么了？我不知道啦，因为我们刚刚五个人聚在一起叠着，然后就是叠刀吗？对啊，是叠刀。什么是叠刀？大家叠在一起，然后有人被刀了。所以我没看错嘛，就是在我们底下杀的嘛。我刚叠在菜渣上面，对啊，嗯。啊，饼干哪来的？我先讲我的行踪，我饭堂直接下去中央市解任务，然后刷完卡之后出来，遇到刚刚上一局的两个狼吉妹妹跟福谦，然后一起进来。我先问一件事情哦，我因为我刚刚看到一件奇怪的事情，那个妹妹，你可以报一下你的路线吗？嗯，我的路线开局炮房上传档案，看到你在打炮。驾驶舱解任务解完，我想去找你，结果找不到，结果往下走就遇到你了，然后我就一直贴在你后面。这边我要讲一件事情哦，你们如果有在中央市看到浅紫色啊，它是假的，因为我确定他讲这句话是真的，因为除非他跳地洞，然后你们大家都瞎了。但是我相信那边五个人的情况下，应该不会五个人都瞎了。凯洛没动，应该是吧？因为我们这边就刚动，就是叠在一起的、這個。因为中央室那边要跳地洞，它会直接出现在左下角。你们刚尸体是在中央室的哪一边？就饭堂的右上而已。那桌子的右上，桌子上面吧，按钮的那个桌子的右上。嗯，哦，是在那边吗？那基本上，除非你们所有人都瞎了，不然不可能没有看到他跳地洞出来，合理吧？那还有谁哦？哦，还有黑色，黑色也黑色就在我啊，我这样不动啊。哦，有什么？我可以问一下，刚刚中央是有谁吗？我猜黑色叠在紫色身上，对吧、啊？所以这样，你们的尸体的位置到底在饭堂还是在中央市？这两是不一样啊。饭堂，饭堂啊，饭堂啊，饭堂。就在饭堂。为什么有人说中央市，有人说饭堂？对，我开始在饭堂，然后我刚先报我的位置在中央市，然后我。解任务是刷卡嘛？刷卡走出来的时候，看到吉美美跟福谦。你看到的那个吉美美应该是假的，因为他是从中央室里面出来的。剩九秒哦，是假的吗？除非跳地洞，然后你没看到。等一下，为什么会有假的这个东西啊？对啊，因为有小故障，他可以变身成其中一个人。对，小智障可以变，然后还可以看。变什么？狸猫挂两票。对啊。为什么？
我什么事都没做，我又要再见了吗？抢票了，我先休息哦。各位拜拜拜拜。啊，会不会出事啊？哎，怎么了？哎，可以聊一下。我拍这个桌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刚刚你们一开始报位报中央视，然后后来报饭堂，所以导致我刚刚说我保紫色的情况下是人倒在中央视的时候我才可以保。嗯嗯，对，你们要不要再报一次？刚刚饭堂有谁？中央视有谁啊？黑色、紫色。饭堂有我，嗯，饭堂没在动。那饭堂在一起的那几个有紫白吗？黑紫白吗？还有我？确定吗？还有我，我拍的，刚刚我拍的，我们也在一起。黑紫白跟橘。对，那中央视是。橘粉色跟你看到的浅紫色吗？只有我，然后我要走出门的时候才看到吉美美跟福谦，没有浅紫色啊。一开始复活的地方，一开始进去的地方是饭堂吗？对对对对，那我也在饭堂。等一下，康妮，你没有看到浅紫色，因为我这边的视角，浅紫色一开始是在我后面，然后我他在我后面的时候是在护盾室跟 WiFi 房那边。然后我继续往前走到货仓到中央市门口的时候，我应该记得浅紫色是从中央市出来哦，因为这边偏奇怪一点，那就很奇怪了。没有哎，你想一下，我都跟在你后面，你前面看到那个是假的吧？我视野看不到，我视野看不到，那是在我视野外。你跟吉梅梅是在一起的耶？没有没有，他那个时候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地图，有个地洞可以到中央市，所以。所以我不确定，因为他没有他没有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我的视野里面，所以刚刚如果你们抱尸体是在中央室，然后大家都在里面的话，我可以保吉妹妹不出这一刀。但是如果现在是倒在饭堂的话，我没有办法保浅紫出这一刀，你懂吗？因为是你们一开始报位报错，导致我资讯拿错之后，我才报出错误的讯息。所以你觉得有可能吉妹妹在饭堂杀人之后跳地洞，然后从中央室出现？我不确定，但是我只是没有办法保说，因为我刚刚是说有可能看到你看到是假的浅紫色嘛，但是我现在要收回我刚刚讲那些话，我只要讲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蛮严重，因为你们一开始报位的时候报错太离谱了。那这把就是先 skip， 我只让大家知道这个讯息。哦，嗯嗯，好，嗯。想说是引擎刀啊，因为头快笑死。因为我刚刚叠在一起，其实时间过得有点久才死人的，所以而且加上刚刚都是快天黑的时候才被刀掉。看，我不拍啦。那如果是工程师怎么办？对啊，他应该是工程师啦，我不知道哎。
Hello， 是我按的。我刚看到中校跳， Hi. 我刚看到中校跳地洞。我在想他是工程师哎、欸，我所以我没有来拍。我在想啊，因为他在我面前跳很多次了，是吧？没有哦，哦真的哦，那就是他了。在你面前跳了很多次。我两次吧。再见了，中校。一次在饭堂，在转角处。再见了，不知道。我们好像没有工程师。工程师不是可以进去吗？我说你是工程师哦，他只能进去一次，不是吗？我想说进去看一下有什么功能。地洞在哪里？那时候他从右边那边出入的。他炖饭堂的那个右下到那个一号。这好难哦。驾驶舱那个护盾跟驾驶室中间那个 L 型走道那边的转角。哦。嗯。哦。好了。我不是说炖两次哎、欸，有一次是打开的，啊靠，排除用掉了，我等一下解释一下。感谢超级留言。我刚以为我是按这个，按一按按到，结果按到紧急会议，我那时候吓到。来看下面的动画。钻石，有没有出了命啊？浅蓝色尸体在。那个四号的那个十就一个十字路左边的十字路口那边。左边的十字路口，你说 Ken 房跟上下引擎那边吗？对对对，然后 Ken 房浅紫色跑出来。好，好，等一下，等一下。蓝莓，蓝莓，等一下，蓝莓，等一下，等一下，粉红色，粉红色，你有看到我在中央是吧？你有吧？没有。等一下，有小导弹。金妹妹，金妹，我刚刚有看到，因为我是从那个货仓往上走的时候，有看到她在里面看的那个中间的桌子。太好了，太好了。然后我再往上到饭堂那一瞬间，然后被那个拍桌。那对吧？没问题吧？店房看到菜渣，然后跟繁星。嗯。狸猫。嗯。狸猫，狸猫。在医疗室跟上引擎那边呢、欸，我没有看到。医疗我在看地图，因为我不太知道现在到底挂在哪里。感觉你的装扮可以变成其他颜色的样子。我的装扮可以变成其他颜色的样子，哪一个可以变？所以你是狸猫，真的是狸猫、欸。太难了啦，我真的不太懂到底在干嘛。你头上有叶子啊。你是不是绿绿的？我不是，我不是。菜渣，那你为什么从 Ken 房那边出来啊？我不是从 Ken 房，我是从反应炉。反应炉去电房。等一下，真的没有工程师吗？没开吧？没有，确定哦、嗯。哦，好。举报的是谁啊？是黑色，黑色 P 七。哦，是点。嗯。那我讲一下，我现在最后，我因为我剩倒数两个任务，然后刚医疗室解完，我的梦想碎了，然后我跑去中央室刷卡，顺便看，对我在顺便在那边挂机，然后我有看到粉红色往下走，然后对我没有看到白色啦，可是白色他说他有看到我，嗯，我有看到，我是路过凯洛。没错，因为我从那个饭堂往下的。繁星投谁？狸猫啊，因为全程就他落单不是吗？不，狸猫。妹妹，
等一下是不是两个狼互保啊？我要乱猜怎么办？好烂！我可以问一下，游戏黑画面了吗？没有哎、欸。游戏是正常吗？对啊，游戏正常。正常、啊。我全黑画面哎、欸。我看你还在桌子旁边没在动。对啊，因为我全黑，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bug 吧。哇 ，bug。哇。那这局怎么办？怎么办？先拍桌吗？有。OK。我要报告一下，有画面，但是我的人物不在里面。嗯，哎、欸，等一下，那个聊天室没有开，就是幸存者看不到聊天室的那一条吗？嗯，那不要点开聊天室哦。我看不到聊天室啊。啊，那为什么黑色看不到聊天室？没有啊，恋人本来就看得到啊。你讲出来啊！哦，对不起。我忘记了啊！我也雷了。我没有人物可以操控，抱歉，我现在整个画面卡住了。你现在画面是怎样？长怎样？我现在画面在那个医疗室跟电房，就是我刚刚最后出现的位置，然后就全部卡住，没有人物，然后黑面。等下只能等等看投票环节，然后你再重开游戏。嗯，一般就是一般说看得到了吗？看得到画面，可是里面没有人啊，它就是静止的画面而已。我记得这游戏当掉应该就都不行。我怎么知道谁是狼？我怎么知道？我要拍桌是不是？可是还能拍吗？还是我们要先拍桌看看，看我们把他救回来，然后等下 skip 了。告密，说要怎么按？我要怎么做？粉色回来，画面回来了吗？嗨嗨，我是告密者啦。哦，对，哦、狸猫确定是狼出去，可是幸存者我看不到是谁，所以是恋人要投出去，是不是？没有啊，你怎么会看不到？告密者不是看得到，我只看得到狸猫而已耶。你看狸猫的名字是红色的，是红的，其他人都是白的。哦，早知道。对，那你刚刚有看到箭头指谁吗？什么箭头？因为 你在还在移动中的时候，你看得到狼的位置，就是它会有个白色的箭头指着狼在哪里。哦，没有哎、欸。嗯，那不对。有、哦。这样，那你注意看一下我的那个点是红色还是白色？你的点吗？对，看小地图吗？不是，现在投票画面，你看我的名字是红色还是白色？白你注意看一下，白的。那对啊，那不是我啊，对吧、啊？我是看到狸猫红的，其他都是白的。嗯，所以等一下粉红色的画面回来了吗？狸猫是红色的，那我刚刚拍的那具尸体，等一下我们狼有百变怪吗？百变怪有时候关掉 啊？有哦，有百变怪吗？因为能变的只有百变怪或小姑掌。
应该是。大家拜拜。拜拜。哎，等等，所以说，现在一样是有两只狼的意思吗？没有，少一只死了。橘色的橘色讲的话是，一只狼死掉了。OK OK。可是，谢谢可是那个什么，哎，一开始有一个人踩了黄色跳地洞，嗯，是我啦，所以应该要两只狼都死掉。哦、然后所以黄色是工程师啊。可是你看不到其他红色的人啊。对啊，现在是看不到任何红色的画面。可是我现在截图还是晚一点。所以就有可能是中立咯。对啊。那要嘛就是狼。没有没有他，可是他还是要看得到有两个红色名字的人啊，因为有两只狼、啊。哦，所以我们六个人里面还有一个狼在。怎么办？我先 skip。先把钢椅投掉。啊啊。我也在想是跳跟后变白啊，因为饼干他们陆续都离开了。就解不完了，因为刚两个离开之后，后上面的进度条瞬间少了。经过狼才会看到，没有啊。报告又回来黑画面了。对啊，但重点不知道啊。好、哦、好迷茫哦。小丑，可是不是啊？小丑是要被人被刀掉啊，不过这样子小丑活着太强了吧？办职局了吗？我的职业，我的职业开始平民啊，平民完之后才变成告密者啊。那这是菜渣第一次在这设定的啊。狼死光，小故障还在。小故障是中立的，不是吗？看不到啊。不是，现在先排除说小故障有没有在场上。但重点是场上就只有一只狼而已，我只看到一只狼，其他狼都不见了。对啊。如果可以贴，晚点再贴。会不会粉色是鬼啊？喂，在想你。所以才一直没人死。对啊，而且大家也不做任务。我做完了，在发呆。我也做完了，我不能动。欸、我这边问一下，死掉的人出去，如果他断线了，任务会算还是不会算？我刚刚看到有人离开之后，就瞬间少一个。哦，所以他们的人、哦、不管是直接回不来，不管是狼还是人，只要离开，他任务都会自动少一个。嗯。对，他就是为了不让我们看离开的那个人是狼还是人哦，合理。所以现在把
我觉得把粉色飘掉吧，不然这边无解、啊。我等下贴一下我刚刚看到的画面，不然要嘛就是真的是粉色字的，然后他刚好卡 bug， 所以繁星看不到，也有这个可能性。康妮，你还有100秒可以唱歌啊？你还有100秒可以唱歌。我有贴那个我看到的画面呢、啊，就是我完全不能动，然后就是只有黑色的这样子，就黑黑的，然后我连人自己人都没有在里面，然后我是好人。咦咦，那不对，好人对有、嗯、对啊，所以很怪啊。那没关系，反正你现在没办法操作，你还有73秒可以唱歌，你要唱一首歌。嗯，唱歌。唱歌，不要啦，很尴尬哎、欸。我可以直接踢耶、欸。啊，你不要这么坏吧。什么什么什么？不唱歌是吧？而且我在想说，是我网络的问题，还是是游戏 bug 啊？游戏吧，会不会是 bug？ 因为这个应该是吧？这以前有遇过，这以前有遇过。是游戏 bug 的几率蛮高的，这游戏一直都有蛮多 bug。因为其实现在连我 Discord 也是都是杂音，然后想说是怎么了，我电脑有问题，可是也很奇怪啊。但我是网络嘛，所以感觉也不是网络问题。哦，好吧，还有这么多秒要怎么办？唱歌啊，还20秒可以唱歌，也坚持二十秒了，快很快，可以唱一个副歌。副歌，冬天秋意不凉，不散不死，不望着天看星星。哦，忘记了。不错不错，时间到了吗？到了，到了。好，再见。给你四个灯。四个灯。少一个灯谁啊？哎，那这样我可以趁这个时候关掉重开吗？不行。可以吗？那现在游戏没有结束是怎么了呢？怎么了？啊，因为我是好人啊，所以这也是代表还有周丽角啊，狼只有一只吗？我也不知道。哎、欸，我先趁机关掉重开哦。好啊，可以。问一下橘色现在画面长怎样好了？现在画面大家都是白色。啊，狸猫是红色的吗？白的。别、嗯、人拍桌的话，啊、应该 bug 哦，这是 bug 呢？这把是 bug 吧？对，应该是 bug。现在是没有狼的情况下，看谁拍桌？我记得告密者应该都要看得到，不是吗？对啊，对啊，他连在地图内，他都可以知道鬼在哪。对啊，我记得光擦身而过都会看到头上的名字。哈，看到就连他死掉，你也知道他的名字是红的。看。哇，那应该是 bug 吧？好妙啊！就大家都是好的、哦。大家好，那就让恋人赢啊！先把繁星丢出去啊，然后再一个个丢啊，他这排就再把另外一个。为什么我是第一个？啊、好好好好好耶！好耶！再见了，繁星。然后等下我拍桌。你可以投自己啊。我拍桌。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投自己啊。剩下还有中立的人吗？没有吧？还在游戏里面的人还有中立吗？没有啊，我是烂皮啊。欸，那如果连恋人都死了，那我们真的只能一直都只剩下一个好人，会发生什么事？那就只能退出重开啦。我们投凯洛，投浅紫色。我游戏开好了，没有丢凯洛，丢凯洛，我想投浅紫色。你是丢凯洛，你是我们前世的仇人。关我屁事啊！丢白色啦，浅紫色，浅紫色，丢白色，白色啦，浅紫色，坏了，白色啦。我是好人，没有，我们都是好人。你前世刀了我们，也是，我们今生就是为了来复仇的。所以大家都是好人的话，大家都是好人啊。你们不会好奇，应该是 bug 吧？你们不会好奇我刚刚说的那个吗？游戏不会结束啊，除非你任务做完。就是最后会剩下一个人这样。对啊，然后你要把任务做完啊，你没做完你就出不去了。我忙的感觉哦。对啊。哦。哎，不对不对。嗯。所以基本上这样恋人就赢了。对，三个人恋人就赢了。
你们就赢了。耶、恭喜！不知道这把怎么会变成这样啊？所以刚刚那把到底是怎样？就那把狼到底是谁？黄色跟米色吧。米色应该是银鬼，我死了那边米色应该是银鬼。啊，谁被谁砍的？讲一下。我被狸猫砍了、啊，狸猫是银鬼，我蛮确定的。然后他摘给、哦、摘给浅紫色。嗯，狸猫是银鬼，那为什么我会看到浅紫色走出来？不对，不对。狸猫是银鬼吧？因为我在那边，我是、我们有一个百变怪。嗯啊，有百变怪，那狸猫应该又是百变怪了。没有，我是中立。可以不用开。你是小丑、哦。我是那个吧，那叫什么来着？什么疯子的那个？小故障啊。啊，对对对对对。哦，就是你。不是，啊、就是你啊。会结束就是因为你还活着啊。嗯，对。可是我不想讲，不想看会怎么样。可恶，你这家伙！你要哦哦，没有啦，他那边应该也是赢不了啦。哦，对啊，我想说我赢不了，不是因为没狼啦。啊、没有狼在破坏之后，他要光天化日之下刀，我不可能杀到人啊！而且到后面两三群全部都挤在一起，是不是？他我不见啦、啊，我不见啦、啊！你可以变成我去砍人啊，因为我知道你们东区在那边，所以我给那个小智障机会啊，我就不是，假如因为你现在在别的地方，可是其他人都还在那个饭场，那我移动的话，那还是只剩下我有可能性。对，我跟你啊，我跟你而已啊。对啊，所以就我觉得还是希望不大。你好坏坏，嗯，好啦，我要先睡觉了，你们先继续玩吧。那应该是开不了了吧？好，大家拜拜，拜拜，拜。所以这样会剩几个人？六个，六个吧。六个可以玩吗？六个玩不起来吧？六个只能玩鬼抓人了吧？六个是 DBD， 对吧？对吧？没有，鬼会在后面拿刀砍你啊。要死人才能那个、啊，不然怎么办？要不然改天啊，反正三点了。哎、欸啊，真的、欸，三点嘞、欸。对啊。今天比较晚开始了。嗯。好，那早点休息，晚安啦。晚安。晚安。辛苦了，辛苦了。拜拜拜拜。拜拜。好了。对，又是临时，然后所以就到这边了。各位晚安喽，早点休息，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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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点休息啊，我等一下剪片了。